报告委员会出席为七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9月22日上午9:03至12:27，下午20至40:44，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黄委员招顺等15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46人，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叶俊荣等，主席赵召集委员天麟。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五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修正草案等5案。本次会议经委员吴思瑶等提出质询，均经内政部部长叶俊荣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由委员释义方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议一，说明及询答结束；二，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赖瑞龙等4人所提修正动议一并讨论。四，本案另定期继续审查。临时提案第一案决议照案通过。第二案决议，除主管机关提出完整配套及可行性评估前，不可推行相关政策，修正为主管机关应提出完整配套及可行性评估，并至内政委员会报告外，于照案通过。第三案决议照案通过。第四案决议，本案并第二案处理。第五案决议，除建议住宅法修正草案逐条审议前，内政部必须于全国各地举办座谈会或公听会，邀集相关产业工会及团体表达意见及沟通。本委员会亦须于审议前召开公听会，广征各界意见。修正为建请内政部必须于住宅法修正草案第49条及第53条审议前，邀集相关团体召开公听会，表达意见及沟通外，于照案通过。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定。那我们现在继续进行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请宣读。报告事项第三案至第六案，分别为内政部对于冻结预算案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支等案简送书面报告，请查照案。讨论事项第一案，处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内政部预算冻结项目报告案计15案。二、审查内政部近3年补捐、奖助及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案共3案。三、审查内政部近3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会诊案共3案。四、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部分，关于内政部主管、关于内政部营建署及所属建筑研究所主管、关于内政部主管营建建设基金、国土永续发展基金、关于内政部主管黄瑞景先生奖学基金等、关于内政部函送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等预算书，共5案，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在座的委员跟官员哈，我们介绍陈其迈陈委员，姚文智姚委员，Class 委员，还有我们的洪忠义委员、吴其明委员、李俊毅委员，还有赖瑞龙委员。好，那我们列席的这个官员的部分，由我们内政部叶俊荣叶部长、民政司林清奇林司长、户政司张婉仪张司长、合作及人民团体司筹备处主任秘书兼主任洪淑菲，地震司王进秀司长，总务司刘进兴司长，人事处甘文处长，政风处王文信处长，会计处宋安烂处长，统计处彭贤明处长，秘书室王明正主任，资讯中心施明德主任，警政署陈国恩署长，刑事警察局刘伯良局长，营建署许文龙署长，城乡发展分署分署长陈继明，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刘培东处长，玉山国家管理处公园管理处曾伟宏处长，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陈茂春处长，太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杨摩林处长，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陈真荣处长，以及金门国家公园管理处谢伟松处长。
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尤登良处长，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张维权处长，还有寿山国家自然公园筹备处徐雅如主任，消防署陈文龙署长，议政署林国衍署长，移民署何荣村署长，中央警察大学刁建生校长，建筑研究所代理所长陈瑞麟，空中勤务总队副总队长王启通，国土会测中心刘振伦主任，土地重划工程处李顺明处长，黄瑞锦先生奖学基金基金主持人洪淑菲，沈淑菲，同时也是胡元洲女士奖助学基金基金主持人，也同时是警察及消防人员安全记住基金基金主持人和内政部空勤三勇士女子生活照顾基金基金主持人，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杨振龙执行长，财团法人台湾建筑中心杨清富董事长，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高宗正董事长，财团法人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讯中心陈明吉董事长，财团法人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黄宏顺董事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检认视察简信会，基金预算处专门委员吴忠信。好，以上。那我们现在还有来的是我们陈怡杰陈委员。好，然后还有游美女游委员。好，就这样。好 ，OK。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内政部业部长针对业务报告105年度预算解冻报告及106年度预算案一并报告，请业部长。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各位先生，今天诚邀报告内政部的业务概况跟上会期临时提案的办理情形，深感荣幸。各位委员平常对本部的支持与指教，均能在此先致上最高的敬意跟谢忱。自从奉派到内政部服务以来，一直努力从人、地跟制度三个方面来擘画具有宏观性、前瞻性的内政的施政蓝图，希望能够建构完备的公民参与机制，那么并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持续的精进各项作为，来达成维护人民安全、落实土地永续的目标。那期望在各位委员先进的策略之下，为民众打造一个美好的家园。那有关本部105年上半年重要的工作推动情形，详细资料请参阅书面报告。那以下就本部所推动的三大业务主轴的情形跟成果来做扼要的口头报告。那么第一个主轴是维护人民的安全。那为了健全社会安全网络，本部持续强化治安的维护、灾害的防救这些业务，让人民能够有安全无虞的生活环境。那主要是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治安，一方面是灾防。在治安方面，也不要主要抓住两个重点，一个是防毒，一个是打击毒品，另外一个就是打诈，也就是诈骗。那就打击毒品的方面呢，我们了解到毒品犯罪往往衍生暴力跟不法行为，严重的危害国人身心的安全。所以为了有效的瓦解毒品犯罪结构，在缉毒方面，本部持续整合跨部会跨国的资源，来提升查缉的成效，同时也推动全国毒品情资资料库，健全毒品情资通报的模式，来从供给面来遏止毒品的制造、贩卖跟运输的行为。在反毒的部分，也积极结合民间来共同推动反毒的宣导，从需求面预防毒品危害的发生。那尤其是把重点放在避免青少年人口来受到毒品的危害，那更以校园的反毒工作作为重点，来降低青少年可能涉入毒品犯罪的风险。那第二个
面向是精进诈欺的防治，那这也是本部在治安方面一个重点。那对于民众长期关切的诈欺议题，持续强化结合各部会及民间企业的力量，全力来推展各项反诈骗的工作。而且重要的是要从源头开始，源头开始来掌握，来遏止诈欺犯罪的发生。那么在强化机关的量能方面，在8月24日，我们正式成立的打击诈欺犯罪中心，我们一般称为打诈中心，来扩大跨部会、跨机关、跨领域的横向协调，那以有效溯源追击诈欺犯罪幕后的核心首脑。在整合民间力量方面，我们也与业者合作，来建构一个联防的体系。在金融的机制方面呢，持续加强警银联防的机制。在电信机制方面，执行诈骗电话停话或断话这方面的机制，并且更进一步与 Who's Call 业者签订合作备忘录，那利用 Who's Call 的 App 跟业者签订Who's Call App 的来辨识的辨识功能，来警示民众慎防诈骗。在网络机制方面，则定期发布高风险卖场的排名，透过各种安全管理机制的推动，来减少诈骗犯罪的发生。文物人民安全主轴的第二个重点是表现在灾防的部分，那这里面又可以分为体系的强化以及充实灾害的防灾的设备跟能力方面。那为了保障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本部持续精进灾防政策，参酌过去灾防的经验，来反馈检视目前的灾害防救体系，以有效来因应因为极端气候所造成复合型灾难对我们的挑战。在灾害防救机制的整体运作方面，那持续的强化中央部会之间、中央跟地方之间的合作机制，持续的检讨灾害防救法的内容，适时的推动修法作业，来完备灾害防救体制的法治基础。那么在充实防灾设备能力方面呢，我们也在相关能力设备的充实方面持续努力，希望能够在救灾防灾任务的同时，兼顾对于执勤同仁生命跟安全的维护。在设备方面，本部业依各机关地方政府那评估的结果，持续补助购置个人用的救命器等必要的灾害抢救装置，也在2014-2015年接收的5架黑鹰直升机，并因应黑鹰直升机接装整备作业，与美国跟国内办理飞行教师班队等专业训练，有效提升空中救援的量能。在能力方面，就针对现有的消防人口缺口，那透过扩大警察特考招收名额，持续落实全灾害防救训练，来加强培育防救灾的人才。第二个内政部推动的主轴工作，是表现在落实土地的永续。我们了解到台湾的地理条件跟地质的环境敏感脆弱，加上气候变迁因素导致天然灾害发生的风险大幅提高，因此我们必须相当努力的来建制国土的规划，达成永续台湾的愿景，并且在国土整体规划的方向之上，进一步的去强化住宅政策的推动，来确保民众可以有尊严的一个居住的环境。这方面第一个重点就要健全国土的规划，来完备国土管理的机制。那为了确保国土安全，本部持续强化国土整合管理机制，那依据国土计划法，积极建立国土计划的体系，来落实国土的永续发展。在国土计划体系的建构过程当中，我们也非常重视资讯公开跟民众参与的监督，让我国国土发展的蓝图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公开跟参与能够更为完备。第二个重点是表现在海岸跟湿地的管理上，在已经有海岸法
管理法跟湿地法的这个基础之上呢，那对于海岸地区的永续发展跟湿地生态的保育，那么达成海岸自然海岸跟湿地宁静损失的这个目标，那又根据这些法律所确立的上位指导原则，那么来继续的强化各种管理的作为。在海岸的管理方面，要持续研拟整体海岸的管理计划，来确保海岸地区的合理利用。在湿地的管理方面呢，要根据跟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共同推动湿地的保育工作。那么如何让法律所强调的明智利用这样的一个基础能够确实的发挥，能够保障湿地对自然保育、观光文化各方面的正面这个方向，是我们努力的重点。另外一个重要的重点表现在民众居住的权益方面。那在这方面，第一个要是我们努力的也是非常这个整合性的来推动我们的社会住宅。那面对我们住宅存在的自有率高、房价高、空屋率高这三高的现象，本部持续接续推动这个八年内200,000户社会住宅的目标，包括直接新建120,000户以及包租代管80,000户，积极打造高品质无障碍的社会住宅。那未来社会住宅在建筑设计上将重视绿建筑、太阳能光电、智慧监控、无障碍空间这些问题的这些机制的导入，来确保居住的环境品质。在另外一方面，也强化社区的管理，要妥适规划公共空间的设置，来因应高龄化、少子化趋势，来提供社区照护服务，并加强与邻近社区的连结，让社会住宅不只在环境永续方面强化，更进一步的连结社区的友善。那为了加速社会住宅的推动，本部已针对社会住宅新办的两大关键要素，土地跟经费，研拟具体的推动策略。那么相关的措施会表现在许多住宅法方面的修正计划，那也能够期待大院能够支持。那尤其是当中的融资的服务平台，跟以及有关税制各方面的这个新格，那都是推动社会住宅非常重要的基础条件。另外一个面向也表现在要对我们的租赁市场跟租赁制度要能够完备，能够法制化。所以我们对于租赁市场的目前看到的地下化、资讯不对称这一些问题，我们也是持续面对。那么希望能够透过制度的这个强化、法律的精进，能够对这一个问题有所因应。所以我们继今年6月23日公布修正房屋租赁契约范本，那公告了房屋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之后，那么为了把它认为是强化租赁权利的起点，更进一步的要来推动住宅租赁专法，来建立住宅租赁专业的管理制度。最后一个主轴来跟大院报告的是，要能够促进公民参与。确实，不管是人的安全，不管是土地的永续，这一些都是本部推动政策的重点。但是这些重点的实现与人民的权益息息相关，也对政策内涵人民参与跟政策内涵也有高度的关联。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推动另外一个第三个重点，就是要建立一个健全的公民参与环境。那经由程序正义的实现，才能使本部各项措施更为周延完善。那尤其是表现在人的安全以及土地的正义方面。那落实程序正义的部分呢，我们经过相当时间的努力，建立了我们听证制度，也就是回应一般我们公民社会对于公共参与的那一种需求，但是也把公共参与能够合理化、能够制度化、能够有效化。在这个基础之下，我们对于都市计划、土地征收、
这一方面业务的推动，那特别导入合理的听证制度。当然，这个制度的建立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相当用心的准备。那尤其是有关听证程序的设计、听证主持人的设置，以及各种听证量能的建构，包括资讯系统的建构等等，那都是过去几个月内本部推动的一个重点。那现在也已经相当一定的规模，那能够适时的能够推动，能够作为推动人民安心、土地永续这些政策的一个背后参与的基础。另外，因应释字739号解释，我们也重新检讨市地重划的法制。本部课政就自办市地重划有关筹备会的发起条件、核定重划范围跟计划书的相关程序积极检讨，同时同步研修平均地权条例等相关的规定。那么在活络公民社会方面呢，对于人民团体的管理，那尤其是表现在人民团体法的修正，也是本部现在在检讨我们的法律，那进行相关的业务准备的一个重点。那未来人民团体法将朝向更为解禁，那更为便利、更为活络公民社会啊，公民社会发展的这个方向来进行。那法律的研拟还在这个持续的进行之中，那未来联动能够让人民团体法里面所包含的三大业务区块，包括政治团体、社会团体跟职业团体，都能够在法律的建构下各有相关的法治基础，能够各司其职的能够做好这方面的管理跟促进，那是未来本部推动有关人民团体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么第二个重点，要提升新住民的照顾跟陪力。那这个面向是相当重要的一个业务啊，也是考量到我们台湾多元的文化风采。那为了扎根培育新住民，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跟快速接轨国际社会的重要尖兵，更进一步的尊重那原来的文化多元，那本部要持续致力强化新住民的照顾培力。那除了崭新计划以外，那进一步的透过行政院新住民事务协调汇报的平台，来加强新住民及新二代各项权益，进而落实我们这方面文化多元那强化的这些政策。各位委员，整体而言，本部现在不管在人民的安全方面、土地的永续方面，以及公民制度参与方面，都努力的推动。那在法案的提出方面，那尤其是包括住宅法等优先的法案，还期待我们委员先进能够鼎力支持。那以上报告还请各位委员先进指教。那除了这个报告以外，接续跟大家报告，在105年年度单位预算解冻专案的报告。那由于详细的内容都有书面，所以先口头的跟大家做重点的报告。那大院在第八届第八会期审议本部营建署所属105年度预算案，那冻结的19案的办理情形，我简要报告如下。在冻结的项目方面呢，那请参阅附件一。那至于细目的办理情形，首先内政部第七目内政资讯业务冻结8650万元，本部已经提交本案书面报告到院。第二个部分，营建署及所属第二目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第一节垦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冻结1000万的部分呢，本部业已提交本案书面报告到院。第三个部分，营建署及所属第二目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第四节太鲁阁国家公园经营管理这个部分冻结的200万元，本部业已函提交本案书面报告到院。营建署及所属落实智慧国土内政图资整合应用计划冻结9650万元，本部业已提交本案书面报告到院。至于就讨论事项办理的情形，在内政部105年单位预算冻结的2000万元的部分呢，本部105年施政计划依国发会规定及参酌商业周刊建议等，据订定衡量本部整体施政7项目标及23项指标，分别由本部及所属执行。10年度的持续来检讨精进。
板桥福州合一住宅 A2 区、A3 区跟 A6 区已完成台湾大学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结构外审，那营建署将持续督导日升生公司来尽速办理修缮作业，并完工交屋，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内政部第二目民政业务冻结2000万元的部分呢，在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计划及殡葬设施示范计划第三级计划，系为协助地方政府改善村里集会所、活动中心、公所办公厅设及殡葬设施等。那么这些已由地方政府持续积极执行中，宜继续予以协助办理。第三，内政部第三目户政业务冻结2000万元的部分呢？那我们了解到户政业务确实是国家施政的基础，那涉及人民权益义务甚巨，各项户籍登记的执行有赖户政资讯系统正常运作，那未来还要持续推动系统的集中化，来加强为民的服务。内政部第四目地震业务冻结1000万元的部分，是有关海域图资发展计划跟空间测绘应用计划，这都是我国在海陆域空间资讯的重要基础资讯，相关成果除了供图资制作以外，也可供防灾救灾决策使用。那有关这方面土地征收审查业务，我们也会针对事业计划的公益性、必要性及合理性，那做周延的审查，那来避免征收腐烂的情形。第五目有关内政部第四目地震业务，那冻结1000万元的部分，那地方政府划设海岸一定限度内不得私有不一定限度内不得私有土地，程序上能应该邀请有关机关考量海岸的资源维护、合理保障人民权益等因素来会同划定。那本部已经督促花莲县政府就寿丰乡岩寮部落使用范围优先来办理检讨事宜，那来兼顾民众权益，来跟保障国土安全。内政部在105年度的地震业务预算冻结500万元的部分呢，本部课政研拟内政部及其所属机关举行听证作业要点，来促进民众参与，符合正当行政程序。第七点，内政部第七目内政资讯业务冻结1000万元的部分，这牵涉到自然人凭证创新应用服务推广计划，这是电子化政府的公开精要的基础建设。那本部持续办理相关的工作，来确保电子化政府网络资讯传输的安全，来达简政便民的目标。营建署及所属一目公园规划业务冻结1000万元的部分，那本部营建署已经完成105年至108年国家公园中程计划财务自偿率提升可行性的评估。那为了落实有关落实智慧国土内政图资整合应用计划的新兴中程计划，那已经奉行政院核定，那后续将积极办理。第九项，营建署及所属第二目国家公园经营管理第二节玉山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冻结了1000万的部分，那本部营建署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已经完成了排云山庄的供电评估案，那其将排云山庄建构为国内高山低耗能的环保示范山区。第十项，营建署及所属第四目营建业务城乡风貌行塑计划冻结1亿元的部分，那这个计划我们已经定期召开检讨会议，逐项检讨各项补助案执行的情形，并采滚动机制管理，并能够提升预算的执行。第十一项，营建署及所属第四目营建业务冻结5000万元，本部以专案协助花莲县政府将岩寮部落等原住民土地划出海岸一定限度内不得私有范围，并经该府重新公告在案。第十二项，营建署及所属第四目营建业务04推动建筑许可施工管理及使用维护等工作，冻结了1/4的经费。那这个预算主要是用在补助地方政府办理建造绿建筑抽查评估跟宣导这一些推动的工作，那么宜持续办理补助，以推动落实绿建筑的法规。第十三项，营建署及所属第八目道路建设及养护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冻结的1亿元，
那生活圈计划是会配合政策解决地方交通问题，协助建构完善网络，原则上是采取竞争型的审查。那项目经核定后的落实滚动式的检讨，那来提升执行的绩效。第十四项，营建署及所属第八目道路建设及养护市区道路人本环境建设计划冻结了1亿元。那么这个计划呢，已经完成第一跟第二阶段的核定，来检视历年地方政府提案需求跟考量民众安全通行的权利。那么我们也认为应该能够持续办理。第十五项，也就是最后一项，营建署及所属第九目下水道管理业务冻结的10亿元。那我们也了解到污水下水道是我们国家重要的基础建设，那本部自然应该督促这个营建署跟直辖市县市政府来强化工程建设的执行量能，那能够提升污水下水道执行率跟用户接管的普及率。各位委员，有关前阶的这些预算冻结案，恳请各位委员会能够支持同意经费动支，有利于各项业务的推动。那以上简要的报告，还请各位委员能够多多指教支持，特别感谢。那最后跟大家跟大院的报告，内政部主管106年度收支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案、财团法人预算等。今天能够对大院审查106年度内政部营建署及所属建筑研究所收支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案及财团法人预算案来跟大家报告，那我们仅表示最高的敬意跟谢忱。那我以下就对105年度已经过期间预算执行情形、106年度施政计划重点跟配合施政计划106年度预算编列情形等相关资料来做简要的口头报告。那相关的详细书面报告才请指教。在单位预算部分，105年度已过期间预算执行的情形，在税入部分，截至105年9月底为止，超收3亿1989万；税出的部分，截至105年9月底止，执行进度92.43%。106年度施政计划的重点，我们是依据行政院106年度施政方针，配合中程施政计划跟核定的额度，并针对经社情势变化及未来发展的需要编定。那目标跟重点包括了健全国土规划，落实国土永续发展，打造宜居环境，维护民众居住权益，促进民众参与活络公民社会发展，完善亲民服务，深化内政业务改革。在配合施政计划106年度预算案编列的情形，在税入的部分，我们编列的是3亿3495万5千元，比较起105年度的预算，净减63亿4459万。在税出的部分，我们编列的486亿2941万元，比较起105年度的预算，净减的17亿7528万。那么就106年度预算编列的情形，分别摘要报告如下：在内政部编列的236亿的部分，民政业务是办理健全地方发展、均衡基础建设，那等总共的经费是1亿6539万；户政业务的部分是办理全国户役证资讯系统运作跟电脑软体维护等，经费1亿6961万。地政业务是办理我国海域调查跟图资整合发展计划，经费是3亿9971万；土地测量是办理地籍图重测后续计划，经费是9亿3645万；土地开发的部分是办理土地重划跟区段征收的规划设计监工督导考核业务等，经费总共1亿2318万。内政资讯业务是办理强化自然人凭证应用服务计划等，经费总共1亿5031万。社会保险业务是办理农民参加全民健康保险及农民健康保险补助等，总共经费是208亿5136万。社会行政部分是办理健全人民团体组织
那总经费是2048万，其他一般行政业务经费包括8亿5688万，营建署及所属编列的243亿4160万元，主要包括公园规划业务及国家公园经营管理、国土永续发展基金，以及营建业务里面所谓包括的城乡城镇风貌行塑计划。那这些计划总共经费258444万，区域及都市规划业务办理国家湿地保育计划、都市计划图治重置整合计划等，总共经费1亿9726万，道路建设及养护办理市区道路及人本环境计划，总经费61亿，下水道管理业务总经费120亿1107万，那其他的行政维持等业务还包括16亿8852万，建筑研究所所编列的6亿1438万5000元，主要是在办理智慧化环境科技发展推广计划。那至于附属单位的预算，包括营建建设基金里面105年截至9月底为止，实际短绰25亿6295万6000元。106年度预算案的编列情形，那主要包括的主要计划主要业务计划的部分呢，是整合住宅补贴实质的实施方案，那还有住宅贷款利息差额租金补贴、补助地方政府兴办社会住宅、土地价格办理、淡海、高雄及林口新市镇开发办理都市更新推动工作等项目。106年度收支相抵，预计短绰46亿3989万6000元，那么比较起105年度减少的16亿3557万元。在国土永续发展基金的方面，主要是为了因应气候变迁，确保国土安全，追求永续发展。那透过国土计划法以及该法第44条规定，在106年设置的本基金。那106年度预算编列的情形，基金来源编列的1亿3420万，基金用途编列的1亿3361万。在信托基金的部分，包括黄瑞景先生的奖学金，以及胡元周女士奖助学金，警察及消防人员安全救助基金，内政部空勤三勇士子女生活照顾基金，请详阅书面内容。财团法人的部分包括了228事件基金会，那在106年度的预算总收入收入总额4364万2000元，那收支相抵，短绰的1841万。台湾建筑中心106年度预算收入总额1亿6799万，那收支相抵，剩余130万。台湾营建研究院106年度预算收入总额1亿2801万，收支相抵，无余绰。国土规划及不动产资讯中心106年度预算收入总额6282万，收支相抵，剩余210万。中央营建技术顾问研究社106年度预算收入总额920万9000元，收支相抵，剩余38万。那么本部主管的104年度补助各县市团体及个人经费补助预算，来请详阅附表五。本部主管104年度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那请参阅附表六。各位委员，本次审议机关执掌的全国民政、户政、地政合作人民团体营建及建筑管理等业务，这些业务都关系人民的权益甚巨。那106年的预算案，配合行政院订定预算筹编原则，除了已经遵节支出之外，那新增的计划部分也业经严格妥善规划。那么以上报告还请各位委员能够施予指教支持，谢谢各位。好，请黄昭顺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今天跟几位委员看了我们整个的议程。以往我们大概内政委员会开始开会，大概会先有内政的业务报告，然后才会针对106年总预算的编列再做一次报告，然后再针对那个
非营业基金以及其他财团法人，我们再另外做报告。那我们现在是十点钟，所以我而且你我今天看了我们整个的议程，我觉得有点难过，也觉得不应该。为什么呢？我们这一次的光是内政部的税处预算是846亿，现在是十点钟，然后我们整个的议程里面排成这个样子，有105年的那个解冻预算。然后还有政令先导什么什么一大堆，然后106年的总预算，106年的那个各什么内政部营建署建筑研究所，然后再来有基金预算，然后又有那个什么228事件的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排法让我觉得很难过，有护航之嫌。我想今天早上我们在楼上大概花了1分钟的时间，我们现在叫成营叫做一分营。总统府在前两天开了一个9人小组会议，结果我们行政院现在变成总统府的行政局，我们立法院变成行政院的立法局，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剥夺我们所有委员发言的时间，剥夺我们所有审查预算应该有的状况。我在这里要请教我们的主席，我们846亿的预算，如果再连同其他基金预算的话，是将近1兆的预算，我们今天要在几个小时以内通过，能不能请主席告诉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内政部的是我们所有是最大部，他所管辖的所有的案子几乎都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如果说连我们让人民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让人民晓得我们整个的政策怎么走，那只有小英一个人说的算，我们立法院变成立法局，行政院变成行政局，我想这是人民的悲哀，也不是我们这次政党轮替以后想要做的事。所以我请主席明确的跟我们阐释，我们今天到底要怎么审这些预算，怎么做执行的工作，还是你今天一定又要用多数暴力表决让他通过送出委员会？我希望，我相信全国的人民都在看，我知道，我相信你是一个很年轻而且有为的一个主席，未来也是高雄市长的人选，你一定不会做这些事，我对你有信心，我希望你明确的告诉大家。以上，谢谢。好，谢谢我们黄昭顺黄委员好的会议询问。那我跟您说明一下，就是我们会比较多的一次报告，我是不是先回答你的，还是要一起？好，好，可以，那我们请陈怡结尾。嘿，因为我怕会不会是这是一个误会，我一讲清楚就那个了。哦，好 ，OK。主席，各位同仁哦，其实今天大家早上都去忙那个一休一例了哈，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今天的会程，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黄委员是很难过，是觉得真的是非常夸张啦，因为今天会议总共排了9个案、哦、包括了内政部业务报告，106年度的内政部主管跟所有附属单位基金，因为我刚才特别一本本翻、哦、跟105年度预算的解冻案，还有近3年的奖补助办理跟其他机关，包括办理政策宣导广告会诊案。那我是想请问一下，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是不是特别的强，还是说因为这样的议程哦，以前看起来好像只要是解冻案或者对，至少就是一周可能这样的议程3天都可能排不够哦。那我不知道，还是说对招委有误会，是招委想要一次解决，还是说真的执政政府的进度有这么赶，然后我们外界看来都是已经是在护航了啦，但是这样稀里哗啦的或者糊弄的方式要赶快去完成答询，因为这至少可以分3、4次可以来答询，包括解冻案的部分哦，或者是包括真正宣导部分，这个都可以让民众全民更有机会可以站在监督的角度去监督这个政府。那是不是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压缩立委监督的时间哦？那这会不会太便宜行事也好？因为从当然就是说我从进来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看过这样的排会方式啦，所以这样夸张的方式，而且就像我刚刚一刚开始所提的，国民两党都在假动开战一立一休，那到底今天的会到底大家能不能好好的开？说真的，我也希望
在这里主席能够说明清楚哦，不然说真的，你们一休一立在媒体上都说要找时代力量讨论，都没有说要找亲民党讨论了，对不对？那在这里，亲党至少给民进党一个解释的机会，说你们不是刻意护航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请招委讲清楚哦？谢谢陈怡杰委员跟黄昭胜委员的会议询问哈。那个我们这一次呢，把很多的巡导放在一起，是因为我们今年度这个会期，包括我跟陈昭明委员都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很多的时间都借给了大法官审查，所以我们还有相关的预算会期之后还有法律要审查，所以我们是排在一起巡达没有错。但是请注意一下，我们的那个叫做会议日程表里面啊，已经有很明确的表达了，就是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部分。仅进行询答，不处理提案，对不对？第五页，大家可以详阅哈。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只会处理到解冻案的处理。也就是说呢，我们今天的那个询答完之后，我们只会进行解冻案的处理。对啊，因为平常我们总预算一定是一次询答，那业务报告。对，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招委，在时间已经被院会借为极也有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其实有跟那个陈昌明知道，我们都有沟通过，就是说怎么样让他更有效率的来进行。所以呢，在时间一次的询答部分，确实是我的决定。然后呢，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是说，我们并不会让他很草率的审查，即便不管是执政还是在野，我们都还是在监督政府。所以今天我们就专心处理解冻案的部分，我们另会定期择期再审。有关于刚才陈怡杰委员很关心的，包括黄昭胜委员很关心的这一些各个机关项目的这些预算，我们另外找一天很完整的来这个来审查这样子。这样子真的是很困难，因为平常啊一定内政业务报告一定是一天，总预算报告一天，我们的总预算税收预算是860亿呢。没有，我已经跟各位说明完毕了，就是说，对，现在就是说我们以前内政委员会其实就是在一天之内。我知道，没好，我这个没有关系，谢谢你的赞美了。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您的鞭策我也都听到了。那所以我跟你详加说明，就是说我们的询答放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实在被院会借走太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审查还是要严审，所以今天我们就专心处理有关于这个解冻案的部分，有关于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部分，仅进行询答，并不处理提案，而且这本来就已经写在议事日程表里面了。哎，可是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在进行的，我们总共被借走了6次那个委员会的时间，这一点问题陈昌明委员也会遇到。对，好，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赶快让他进行？要不然我们的时间一分一秒都已经过去了哈。我就超不爽了。嘿，来，请陈昌明委员。嘿，我上次也跟各位委员报告了。上次跟赵天麟召集人讨论的结果，就是内政部主管的业务报告由我们赵召委来负责，当然里面有包括营建署、警政署，但是在预算审查的时候是分开的。还有警政署就是谁抽中谁的那一边啊，分开的，所以当初有这个默契存在。那今天的如果说106年度的，内政部的总预算相关的时候啊，哈，可能大家觉得时间很短呐，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包括执行的话。这样的时间就会比较短一点，因为而且尤其啊，今天才刚刚才拿到这个资料里面，大家也没有充分准备啊，所以今天的我看处理冻结案，那执行的时候哈，他们会不会留在下一次啊？会不会比较好？不然执行到，哎，所以是意思，他建议是今天。就是今天既然大家都已经那个、哦、来了，而且大家都很多委员都已经登记了哈、哦。不是，我知道，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好玩？一方面又希望能够我们能够延审，可一方面我们今天又很提早下班，也不是好办法嘛。我是觉得是不是我们就让他执行完毕以后，我们就只处理解冻案，因为本来就是这样安排啦。那现在是要不要再对总预算组执行？我们没有这样再安排了，对。
质询没有，但是你在审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充分的提早定定。我是觉得我不希望立法院变成是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来来，请嘿，立场委员嘿，行政院变成总统是。我们也不能接受变这样。主席，各位同仁，我们的各位行政人员呐、啊、哈，大家今天大家都是有缴税了哈，我们要处理将近800多亿，加连解冻案就上照了哈。然后呢，资料刚刚才给我，那我要一一的去看，然后被询问，我唔知咱来进步掉是唔是就厉害，即马问完后一届才要来处理，唔知过会记哩无？我要强调的是，国会改革不会因为蓝绿政党轮替，因为民进党一再的喊国会改革，我不知道国会改革，因为时间可以不用改，因为时间赶，因为宴会的时间都被借用了，所以国会改革。下一次的政党轮替再来做就好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那我不知道说这个念一念到底要念多久，然后询答完要询到多久。那我们立委每一个立委真的是要监督政府呢，每一块钱包括你我都有缴税呢，每一块钱都是人民的纳税钱。您坐在下面不要说这些钱跟您没有关系，虽然您有领政府的钱也有缴给国库啦，所以我们要一一的看嘛。真的，我在读博士班，我唔知影讲吼，来进步唔知，咱家做者博士班咧，会使清清菜菜安尼坐落来就做一届解用用的，啊是即届讲讲的，后即届才来信。我唔知讲安尼是啥物国会改革改在哪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之前政党轮替之前，520之前在骂国民党的，蒙心瓜小看卖，真正是改革吗？好，谢谢林立昌委员的这个会议询问哈，所以那一些报告一定会让大家有充分时间阅读，并且提案。那请先阅读会议日程报告。我们今天只处理解冻案，而且早就已经写在会议通知里面了。今天要先询答完，再做会议询问完，然后再做解冻，然后下一次再对对处理询答的。没错，因为这样大家才会有时间很完整的来进行提案，就没有询答了。对啊，对啊，没有询答了，就是下次就是提案。好，那就是我们。不会啦，你不会忘记的，你记忆很好。好了，我们先处理到这边，好不好？不然时间会不断的在延宕下去哈。那我就对我自己的决定负责，这样子好不好？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这个综合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2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2分钟，截止登记时间10:30，好吧？因为已经进行的比较晚，我们到10:30再截止登记。现在每一个内政委员会只能讲10分钟，就对了。对啊。没有没有，其实这个黄委员，你当时跟陈其迈委员说，陈其迈的时间也会拉比较长，你的时间也会拉比较短。这每一个招委都有他的权利嘛，好不好？我为这个的政治决定负责，这样子好吗？那我们现在请那个第一位委员陈一杰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哦，那个有请署长好了。哪一位？行政署署长。哦，好，请陈署长。警政署，对啊。好，都姓陈哦。对、嗯、对。因为我们要问一下攸关国安跟国人生命安全的问题，所以还是要问一下，先问一下警政署署长，因为国人安全还是相对比较重要哈、哦。那个署长，唔知影这本你看未哈？看过了。看过了 ，IS 猎杀69个台湾人。好，那请问，这到底是乌龙还是真的？跟委员报告，真实性的比例到底有多少？因为你们说69，有的人已经过世了，有的是不对的，有的是十几年前的资料。那就算十几年前的资料也是资料，那到底这个是乌龙还是真的嘞？跟委员报告，昨天国家安全局有发布新闻稿。针对媒体报道，国人遭伊斯兰国列为恐攻目标，是《镜周刊》今天的封面里面提到，我们外交部啊，驻英代表处的一份情资，它是英国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反恐指挥处提供的资讯，讲说 IS 的那个骇客组织哈里发网军呢、啊，公布了78国4681名韩国人有69人的个人资料，那么就呼吁他们的支持者发动攻击。那其实国内的相关的反恐机关呢、啊？在今年的6月份已经接到这个信息，
那也经过查证他名单的真实性。那所以我们国安单位啊，就是料敌从宽，疫敌从严这个原则，我们积极配合我们国土办，包括我们的各反恐应变机关，我们协调国际的合作，相关的反恐的情资的掌握，然后密切注意它的发展，强化我们本身的反恐作为。如果有这样的情形的话，这个我们会一定会迅速做处理。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冷静面对了，因为这是一个情资，在我们掌握的情资里面，真实性是。所以是西极情资嘛？你们说是西极情资？就是情资。情资，那这个情资的真实性大不大？就是说，因为里面有八位有 IS 倾向的台籍人士，目前是在国内还国外。这不，我想，因为这也是个密件的，密件流露在外面。那个国安局也发布这个新闻稿，我们警政署的部分是确实有掌握这样的情资，我们有做查证，但是没有具体的事证。那么到现在也没有收获任何国内所谓的这个商业人士富豪。这些人具体为他的情资，但是我们仍然会这个严阵以待，这个所以名单规格的应对，所以我们有应变小组来做处理。OK， 所以名单其实是有真实性的嘛，对不对？只是说名单它的真实性要就是69个里面，其实名单是有真实性的嘛。那你们也都在掌握中，只是因为不便透露，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是因为这个真实性比较低啊，那所以因为它是一份那个。这大地都要动嘞，就有点不对等呢、啊。哎，那如果这名单是有其真实性，那为什么不选择提醒当事人？因为我看有一些你们也没有去跟。如果啦，今天设身处地的话，如果是我是当事人，然后国安单位也好，或者警政署，今天你们掌握情资却没有告诉当事人，那我不懂这个考量是什么？还是你们认为当事人不应该知道？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准则去做这样的判定？不应该让当事人去了解？我想，因为我们国安单位相关的判定认为这个情资，这个准确性值得商榷了，所以我们会做好准备，那没有必要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所以我想我们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个事情。我们成立应变小组，也强化国际合作，也掌握一些情资，还有我们提升我们国安的能量。所以请国人放心。所以部分就是署长您说的部分的情资是真实的，然后你也都处理应变小组也都在随时待命的状态了嘛？没有具体危害的情资了、具体，但是你有在掌握中了嘛？哈，那类似的情资我相信也不是第一宗了，但是目前因为没有反恐专法的情况下哦，所以所谓的猎杀黑名单是不是真的会引起恐慌？其实当事人我认为是有权知道的。好，譬如说，你认为像政府有解释说啊，这个是乌龙也好，或者是署长你刚刚说掌握中，但是获取情资不是这么的确定，是所谓的西极的情资等等。其实我都觉得，不论是不是因为基于不便透露的原因，除了政府要做好防范措施之外哦，当事人应该还是要有权知道去做一个自保啦。署长应该认同啦，是有必要让当事人知道，说我们会通知，好不好？所以这部分我希望你能够署长在这里精神喊话，是让大家能够安心，好不好？是好，那谢谢。再接下来，主席有请内政部部长。好，请叶部长。委员好，部长好。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要办国庆活动了，那你认为国庆活动是不是应该邀请陈前总统参加？这由主办单位来决定。内政部就主办单位啊。内政部是配合。配合，但是你们花市长昨天不是也讲了，而且一刚开始说是要比照520嘛，那后来呢，邀请函人家陈志忠也在 FB 说了，邀请函他也收到了。那这个部分你怎么看？你认为就站在你是一个部长的角度，那你请问一下，我想请问一下你的态度跟你的看法，因为他今天再不申请，时程上就来不及了嘛。我从部长的角度就是尊重制度哈，那主办单位我有邀请，然后再看按照他们的制度去处理。部长，你不可以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上次劳务健检挡了一次子弹，然后今天再又上来又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哦，因为你说如果尊重制度，我不是不知道了，我是跟你讲，所以我认为说以你的高度，你认不认为应该参加嘛？就以你是我身为内政部部长。你认为呢？我现在问的是这个啊，我不是问你进度啊。如果是本部的政策，我会很明显的跟委员报告了。对、啊，但是这个事情是，所以我在问你的态度。他有他一定的机制，那符不符合机制按照机制来处理。所以符不符合机制嘛？
按照机制处理了，然后也有相关核判的单位，包括法务部本身，它有它 的角色，那我们就按照机制来。机制来，所以、部长对于就是陈前总统有没有出席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与一个回避的一个态度，因为我想问一下，就是按照因为你的态度认为他。哦，因为机制如果说像苏院长所说的，只要是卸任的元首、副元首都会依例邀请，那你觉得这样子他有没有符合这个机制？我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决定哈，尊重他们的决定。主办单位的，因为这个说法只对了一半呢、啊。卸任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那现在前总统应该是没有了吗？所以这符不符合机制？你说要符合机制啊，那我想请教你，符不符合你们？主办单协办单位或主办单位的机制，因为国庆就是内政部的业务啊，符合吗？符不符合嘛？态度你不表态回避，那我现在问你符不符合？因为这个基本上是要由国庆筹备委员会来处理了哈、哦。我们尊重他们，我们尊重他们，所以得以尊重制度跟决定。OK， 其实我今天提这个问题不是要评论这件事情的对或错哦，是我想要了解520的时候，同样的问题已经造成社会的撕裂，然后社会的动荡。然后呢？之前你们说呢？要比照520的方式，好，那再请晚会的邀请函等等的这些。可是呢，看起来整个风向又变了样。那我不知道呢，是受到什么样的指示，还是有什么样的考量？这个我不清楚，所以我在这里请教你。那如果你刻意回避，我想这答案很清楚哦。那接下来我想请问一下另外一个部分。有关孝行奖的部分，你的预算的部分哦，有关内政部今年度孝行奖得主奖励金原定每人10000元提高至100000元，然后呢将名额由30名减到20名，那家境清寒者就不再额外发给孝行奖的这个奖助金，这个你清不清楚？对，我了解。对，那部长，我不知道原来行孝是可以分名次的，好、哦。这个逻辑非常的奇怪，就是说内政部将孝行奖奖金提高并减少获奖名额，那虽然这个我看了一下是在马政府编的，但是这在你们任内做的，就在今年7月办理，那明年年度的预算也编到200万，那是什么理由让你们内政部当初研议将孝行奖提高奖金，可是却减少名额的动机是什么？对，我今年7月有我亲身有去颁奖，我对当时得到孝行奖的人以及他的故事，我甚至于当时都非常感动啊、哦。那里面有一种是我们彰显他的孝行，所以孝行是比赛的，里面还包括有一些得孝行奖的人，其实蛮需要帮助的啊、哦，蛮需要从他的角度来，他在照顾他，比如说失能的父母，他甚至于放弃他的工作。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许对于奖金应该多或应该少，以及应该奖励多少人啊，以及他的这个各种不同孝行的，我们要去彰显这样有一些管理面的安排。那我当时是，可是这个安排的逻辑我不懂啊。我当时是完全尊重我们同仁在之前做的规划。不是部长，你既然身为一个内政部长，不是尊重机制刻意回避或者是回答，就是一些很官僚的一些答案嘛？我现在问你。我问你说，你这样听起来，你说哦，有些人看起来更需要帮助，然后有些故事觉得应该更需要我们的一个协助。那我这样听起来，你好像认为孝行是可以比较的啊？你认为孝行可以比较？如果是这样，好像让作文比赛赶快前十，我本来可以30名，我是要鼓励孝行，告诉大家就是尽孝道本来就应该，可是现在没有啊，我只颁发前10名。那奇怪了，内政部的这颁发的这个作业跟这个逻辑也很怪。我只原来孝行我还是可以比较，那我想请问一下，就身为尊重同仁的业务，尊重同仁的办法，那我想请问一下嘛，你的态度，那你认为孝行可以比较吗？喂，我跟你报告一下我的态度了哈，我在孝行奖的颁奖的典礼上，我的致辞里面包括这一段了。我说各位都是我们现在看到孝行的楷模，我们也重视，而且。看到各位的努力，看到各位的状况，但是全国人民无时无刻都可以尽孝道，而且我们孝行其实是普遍存在在我们社会各个角落，我们只是尽量的把所以指标部重点出来，来能够影响，不是来能够彰显他们的孝行。你这样的做法就是本末倒置了嘛？
对不对？你政府不应该是说要让孝顺，你本来就应该让孝顺的美德让广为周知，不是说你好像要选出十二孝，我只颁给前面那几个哦，我去筛选。那当时你，而且还你因为现在人数减少，然后你清寒也没有额外去补助了，那你为了改变你自己的做法，然后还超过法定的预算，还法定超过200万，但我不懂这个逻辑是什么，好像把奖金当成利器呀、啊。然后呢，贵部又取消清寒的额外补助，那这个奇怪的道理我真的看不懂，跟你刚刚所讲的就背道而驰啊。我有提供一个讯息啊，得到孝行奖的人里面有一半以上都是低收入户了。没错，但是我的意思说，所以我们提高奖金也有它的，你提高奖金，但是你其他的名额就已经减少了嘛，原来是10000嘛，但是我们经费有限了，好、哦，但是我们经费有限，所以这中间要有一些取舍，所以我的一些，那这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所以我说部长，你本末倒置吧，你就是把孝行奖当成孝行比赛去选十二孝的道理嘛。对不对？我认为孝行奖的预算数的确是可以，预算数是可以增加，但方向应该是要提高获奖人数，或者对清寒者更予更高的奖金，你这样才有可能补助实质的弱势家庭嘛。所以我希望本席给的这点建议，你可以再去做整体的考量，不是整个本末倒置的做法。你等一下好像在选十二孝一样，这根本很离谱，很可笑啊。好不好？对，我已经做解释，但是我谢谢委员刚才的指教哈。人要懂得真的去做检讨。如果你今天站在这质询台，只是在这里回答一些官僚的答案，然后或者因反对而反对，真的我们看不到你们的改变。委员的意见很有建设性，我们来参考哈。谢谢。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黄昭顺委员质询。哎，主席，我想请部长。好，我们请叶部长。黄委员好，哎，部长好哈，我还是重申一件事，我希望我们整个行政院不要变成行政局，我们立法院我们还是要恪尽职守，所以我在这边要请教部长几件事，因为我知道你以前也是比较有 gas 的一个部长，所以上一个会期你在这里的时候就讲到，哎，冲之鸟到底是交还是倒，你就讲得很清楚，但是后来你还是归缩，我觉得我有一点点遗憾。那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到太平岛去，对不对？那太平岛其实这件事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要请教部长，去太平岛之后你做了什么事？然后从上一次我们在整个国家主权一直到现在，我们整个政府又做了什么事？太平岛是我们的领土，哈、啊。是。那对于太平岛。尤其是在仲裁案之后，我们政府要怎么样去？你们做了什么事？我现在希望你在这里跟大家告报告。是非常重要的。你只去挂了一个牌。那除了那一次，我们跟相关的部会一起登岛啊，那去鼓舞啊我们士气以外，只有你跟海巡署长、海巡署还有地方政府，就是所辖的高雄市啊，高雄市。部长，我想请教你一件事，因为上一次太平岛发生这个仲裁案之后。我想在这个会议室不分朝野，大家都希望不管是总统还是院长能够带头去，甚至于国防部必须要派兵去那里，但是我们只看到我们整个的行政团队只有内政部跟海巡署去，海巡署现在是我们的驻防的官兵，所以看到这一段其实我觉得很心酸。我心酸什么？心酸，我们国家到今天还不敢大声的对世界去讲说太平岛是我们的主权，这是我很多场合都明白讲啊。我想部长，而且这是行动证明。你跟蔡总统建议过吗？跟行政院长建议过吗？为什么国防部长也不去？是什么理由不去？你们只去挂了一个什么旗津几号，这样就表示这是我们的国土吗？所以部长，你是一个有良心的部长。我再一次的跟你做建议，我希望你能够明确的在下一次总预算审查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我们的总统跟我们的国防部、我们行政院大家一起到太平岛去宣誓。这个
这个我想总统府那边会有他的规划，我们也一再的了解到总统府对外的说明都是。你现在反正你现在也不是九人小组的了，对不对？都是目前没规划，未来并不排除。目前还不规划，但是未来不排除的。已经事情发生这么久，目前还不规划，我觉得这很可笑。目前没有规划，未来不排除。好，我希望部长你能够再去做建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今天要请教你，前几天蔡英文总统说，他要把这个苗栗的张药局原地重建。张药房，哎，张药房哈，张药局跟张药房其实是一样，就是一个药局哈。那其实那个当中有几个中央地方的问题哈。那我也看到新闻说你私下也去走了一趟，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克服？我想现在是总统说了算，你就必须要去克服。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几件事。中华民国这块土地当中有多少同样的案子，部长你要不要处理？ 我想每一个类似土地的争议背后都有它不同的情境跟不同的脉络。我现在有几件事，我现在是你现在可以处理还没有被拆掉的。第一个是高雄的太平商场，我想部长你应该听了很多次，高雄的太平商场是从陈建仁副总统的父亲当时当县长花照给他们做的，而且当时民国那个时候，民国几年的时候，每一家户都出了两三万块当时的钱哦。结果现在高雄市政府说那里排水有问题，要营建署，我还蛮感谢我们建署长后来发了函给我们说他们没有补助这个款项。我希望部长你用同等的标准来对待他们。八八水灾那里没有淹水，这一次的台风旗山美浓大淹水，我们太平商场一样没有淹水，那你绝对没有排水的问题。高雄市政府老是要用这个方式来拆除它。今天我看到你到张药房那边实地去看，我觉得很棒。我能不能要求你实地去看一看？你什么时候可以去看？我随时都可以去了解，但是我们了解这是地方政府现在的哦，现在在推动的。我们从中央的角度，就是尽量不止谅解，而且尽量来用各种方式来协助。你不要等蔡英文总统下令的时候，你们才来做。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开会我就讲，现在行政院变成行政局，你这个部长本来应该做得很好的，结果现在变成小部长。小部长还要被次长不断地在那边收拾一些烂摊子，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包括上一次，那个什么中古屋的建证，也是你在这里收尾。那刚才国庆日也是你在这里收尾，我觉得这不应该是如此的一个状况。所以我具体跟部长做建议，因为全国这样子的案子非常的多，包括台南铁路东移案。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申请，包括我们高雄七号道路那边要迁移的案子，所有的民众没有道理说你政府，我们今天一直讲转型正义，一直讲居住正义，我今天看到你到张药房去，所以我特别要求你，部长你什么时候去，能不能会同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去现场，我跟陈一鸣委员几乎跟他们在那边守夜守了好几次。我希望部长能够，那个营建署长也在那里，我相信营建署长也知道，我还要在营建署长再特别再答应你们，不可以轻易的补助那一块那个经费。那个署长你可以同意吗？还有包括这个水利署都一样，水利署今天没有来，所以我想不可以头痛就去医头。那个县市首长现在那天我听了很感慨，那天中央机关跟我们讲什么呢？我说为什么那个旗山那个抽水站会没有验收就先减采，然后水灾当天连一个官员都没有，所以造成一个大淹水，这不是废除公务酿成重大灾害吗？所以我希望部长你能够就这个部分来处理。再来我要请教部长一件事，在这一次暑假的过程当中，不管是毒品不管是诈骗，我们几乎全世界各地有总共有几个国家把我们的人犯在他们的地区把他找出来，请部长告诉我们。
啊，现在那些人在哪里？我想确实这也是我们觉得应该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怎么那么多我们的国人哈那有跑到国外去设点，然后进行诈骗哈？那我想这个不仅止于诈骗，包括毒品。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把它当成很重要的课题，那结合我看了你的预算里面，结合外交部都在努力面对这个问题。我看了你的预算里面，在这一方面，今年的预算几乎没有增加。尤其是毒品患难的问题，我想毒品的患难已经在国中小学已经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你的业务报告里面，包括你的预算里面，我没有看到一些成长。今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而且难过的是，现在几乎全世界讲毒品跟诈欺，我们台湾变成中华民国变成一个输出国，部长，我们被冠上这样子的一个名称，你有什么想法跟看法？然后那些我们要努力的哈，我们要努力，不是努力而已。我想那些人犯，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我们准备怎么处理？然后我们又没有办法参加国际刑警组织的大会，部长，你做什么努力？我确实是认为，我们希望能够当成努力的目标，不断的参与 Interpol 的这方面的机制。那以台湾过去在治安方面，尤其是连接到国际的一些犯罪，我们都破得很漂亮。那其实国际社会对我们这方面的努力也都有肯定，我们以前在这个部分是很 OK 的哦，也都有可能，尤其是毒品，我们在这里是我的方位一直，我们参与一直都有困难。我今年暑假，那今年奥巴马确实是他有做这样子的一个，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决议要支持我们。那只是到最后啊，最后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很如愿。不过这方面我们都是长期努力。你十月七号你有把握可以去吗？我们不断的努力哈，这方面是有把握吗？你能不能告诉我，在这个全球风险而且恐怖主义盛行的年代，我们台湾在治安方面跟国际连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会尽量往这方面努力。我想我们今天要的是一个肯定的答案，好，就是到底十一月七号我们能不能去？这是第一个。那署长要讲，请署长。我们其实从过去到现在，从来没有一次有机会参加。那我们这一次也是持续的努力，只是我们在这一段期间，其实有相当努力的做出跟国际很好的一些连结。那我们更希望以这个做基础，未来努力。那希望能够得到的。我想不仅仅是如此哈，包括说我们在国外的诈欺案跟贩毒的这个状况、制毒的状况，我想已经让全世界。把我们这个国家，我想大家都会另眼看待，我们的国人也很担心，所以我希望部长还有署长，署长你不要回答，你没必要，不要列这样菜。署长表现决心。跟委员报告，就是有关 Interpol 国际刑警组织的部分呢。过去从民国73年到现在都没有参加过，那我们今年尝试，外交部跟我们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有一个小组在推动，那么也。美国奥巴马署长，我们去年有多少个案子都是跟其他的国家很多的连结？我想那个局长躲在后面，您几度有好的成绩，你都会告诉我，我都一直在问。那你就跟我回答现在的状况呢？你不要，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啊，不要回避问题。今天主席站在那里，我有压力。但是我觉得内政部，因为你今天不让我讲，我也没关系。我在预算审查，我还是会再讲。我希望我们整个大家的团队，我还是再强调一件事：行政院不可以变成总统府的行政局，立法院不可以变成行政院的立法局。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如果这件事没有不能够做好的话，我想监督的问题就会有产生很大的问题。以上，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黄忠顺委员的咨询。我们接下来请徐正伟委员。今天不能处理吗？嗯，绝对不能处理。啊，本来那个就写了，意思是解冻。知道解冻啊？解冻了几点处理？就咨询完就处理啊。咨询完好。主席好。这个首先呢、啊，真的是觉得我们这个天下第一大部内政部啊，我们在做这个业务报告的时候，其实各个委员会在跟我们所有的各部会在做这个每一天的讨论的时候，对于业务报告，几乎都是一天的询答。
但是我们今天业务报告夹带的总预算还有解冻，在这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遗憾，而且这是民脂民膏上照的金额。如果主席这么草率，真的是我相信刚才我们的这个陈怡杰委员，还有黄昭顺委员，以及我们的林立产委员，还有我们的陈超敏委员，都非常非常的不满。所以在这里啊，郑重的还是希望我们在总预算的时候，能有召开委员的时候能进行询答，而不是夹带。通常赶进度好像都是在学校老师在赶进度，因为有考试，因为定下来考试时间。我想请问，不晓得是我们这个蔡总统有任何的定下期程，说我们今天一定要把这个总预算把它通过，把这些解冻案把它通过，所以有时间上的压力。本席长，这个应该是对不起2300万的同胞吧？好，请我们的这个部长好吗？谢谢。好，请叶部长。徐委员好。哎，部长好。这个部长，为落实公民的参与，有我们这个内政部11月份要推动这个听证制度。听证制度和我们公听会有什么差别？一般我们公听会主要是广征各界意见，然后进行讨论。但是听证呢，是在法律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之下，它有它一定的程序要求，跟它一定的制度设计内涵。那如果法律明白的规定，某些一定要经过听证，那比如说我们特农，那它的特农的这个变更啊，那这个一定要经过听证的话，那叫他就一定要听证。所以，那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说，如果机关认为有必要的时候，那机关也可以啊，可以主动的来举行听证。所以，机关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这个认定来这个举行，也是在这个听证是在我们宪法层次保障民权的措施，能揭发好行政弊端。防止政府滥权，对不对？这个重点不在揭发弊端，是在活络公民参与。好，活络公民参与，防止政府滥权，对不对？公民参与增加决策品质啊，因为他有意见，所以他希望表达意见；因为政府滥权，所以公民要表达意见。所以在这里哦，本席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上礼拜。办了这个住宅法的公听会，上礼拜我们的赵委员也强调，我们住宅法在这个下礼拜一定要把这礼拜一定要把它通过。那但是不动产所有的相关业者，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心声有没有被听到，有没有被接受？另外还是在想，我们现在南铁东移的部分是不是要办就像您讲的听证会再来做呢？是不是这个南铁东移的部分已经20几年了，民怨四起，老百姓也要让步，您可以用征用而不要用征收，但是为什么我们营建署要核定呢？民怨四起，难道公听会也不办？那现在我们听证会可不可以来办？可不可以来办？我跟委员说明，首先刚才讲到住宅法公会的部分了。那昨天我刚刚署长有跟我讲，昨天他们已经开完会了哈，所以也有一些讨论哈。那至于听证制度适用的时机哈，那确实是必须有一个决策在这个部里才有可能做，但是决策的内涵又有两种哦，一种是也许是部长直接核就可以，但是有大部分都是由委员会，比如说都市变更都市计划的话，有都市计划审议的委员会。如果南铁东移，所以那个都是委员会在决定。南铁东移，我们现在要开听证会，要怎么做？请我们的部里来做嘛，可以吗？现在南铁东移案并没有在内政部里面。是在营建署不是吗？
没有，现在蓝铁东一案并没有在内政部有任何可以做决定的时候。好，那未来如果有申请上来的时候，再来考虑这个。蓝铁东移这个问题，无论在哪一个部会，一定要重视。我们来开听证会，否则真的，我相信我们这个台南的乡亲啊，民怨哦高涨。现在我们立法院外面有多少的劳工团体？今天是劳工团体900万劳工的黑暗的一天。我不想在我们内政部的时候，也是这么多的法案是黑暗的，是黑箱作业的。我们绝对不黑箱，我们尽量强化能够决策程序，能够更公开透明，然后能够强化公民审议。那我们来看一看好了，来，内政部闭门造句又一桩，我们这个预告修正地籍测量实施规则这个部分你怎么看？这个屋檐与遮登记是为了确保我们这个人民财产，保障人民的财产。100年的时候登记不计价，但是您现在预告10月7号要把它拿掉了，这个你有跟民众业者讨论吗？没有，你只用行政命令，还是您要修订？您在行政命令是凌驾于法律之上吗？跟委员说明，首先行政命令一定是法律的授权，那在法律的授权之下，但是我们法律有授权吗？法一定是法律授权啊、哦。那有法律授权，我们现在还在施行要登记啊。那为什么要撤销呢？那在这个基础之下，它的订定也要按照一定的程序了。现在剩1分30秒，本席还有很多人嘞，请您跟民间业者来沟通，不能因为一纸行政命令就做了决定，所有人都不知道，就像住宅法49、53条一样。我们央行总裁说啊，这个振兴经济的两大药方，推动都市更新，加强基础建设。但是都市更新，我们常通通都涉略到我们的土地征收还有开发，人民财产的权益的保障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是不是每次应该要听证会要开呢？是不是让人民有相当绝对的语言的自由还有发表的权益，才不会造成现在今天劳工已经在外面抗议？委员所讲的方向我都觉得非常好，我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包括刚才的这个规则订定，我们也都经过预告程序啊。那一个行政命令要讨论要拟定之前，那也必须透过机制事先预告，让业者或公民团体来表示意见，最后再做整体的回应。谢谢部长。有关于我们土地的部分哦，其实现在土地是越来越少，那所以现在政府是不奖励土葬嘛，所以有推出我们环保多元葬的部分。但是从102年到105年，我们有环保多元葬推广内政部的业务。您看编列的是4亿多，您知道您这一次的预算书里面对于这个环保多元葬的部分您支持吗？支持吗？我们都有持续推动，有持续推动。好，那您看看您这一次只有编多少？4亿多和现在272万元，那是您表示你有推动吗？有继续执行吗？对，但是我们现在还有在推动，但是它有它一定推动的时程，我请司长来说明一下。本席这样讲，其实花莲县政府在我们之前已经提出了我们新城的部分纳古塔的部分，就是我们内政部鼓励政府来盖纳古塔给民间，给我们的老百姓，因为民间的纳古塔其实非常非常贵。又以花莲偏乡，我们经济因为经济的不发展，所以我们的收入是少的，所以更应该来支持。但是花莲县其实为了不排挤到各县市的这个经费的这个争取，所以我们用花东基金，但是必须要部里的配合款，必须要部里的配合款。所以在这里，本席强烈要求我们部里一定要配合款，没有压缩到其他的这个我们内政部的
那个费用。另外，本席还是要跟您报告一下，到104年为止，花莲现在只剩下3412个，平均一年有850个要用，所以以这样算起来，花莲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今年不做，未来这个部分会产生很大很大的问题。请问部长，可以支持我们花东基金提出来的我们的新城纳湖塔的部分吗？我们对于花莲的许多建设，我们当然都非常非常注意哦。那其实中央在推动许多方向的时候，它时常会预定一定时程，但是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连接地方，能够自主的衔接。在您在推动跟需推动环保的时候，但是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协助是没有错。是因为只要您的配合款而已嘛。花东基金付了75%，只要我们内政部的配合款而已，而且这个配合款非常的少嘛。为什么老是都，对不对？为什么每次都说啊，这会排挤到我们内政部的经费？您明明就在推广环保多元账，为什么不能支持？是不是，部长？这个精诚的部分，请重视好吗？另外，在我们的在消防署的部分，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经费，空勤总队好了。空勤总队啊，真的第一个谢谢我们空勤总队了哈。对，来请秀员注意一下时间。谢谢，好，谢谢我们空勤总队了。每次只要是南投、花莲、台东、宜兰，只要是有这个山难的时候，空勤总队是绝对第一个时间好会出现的，也会协助。但是啊，在这里啊，这个请问我们黑鹰的部分什么时候补上？我们现在的两架飞机什么时候退役？报告委员，那个我们的黑鹰直升机目前有5架，是在台中。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本席花莲什么时候。是有2架 UH-1H 在花莲。UH-1H 对 UH-1H， 那在那个花莲的部分 ，UH-1H 到明年106年底会太会除役，所以好除役，所以会转换。所以这两架这个要除役的飞机，可不可以留一架在花莲？花莲我们有这个我们的飞机有飞修科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留在花莲？是这个，我们回去尽量来安排。这两架我们也要只有要一架，因为对于花莲的专才的培训的部分，我们真的是。偏乡，拜托，请照顾偏乡好吗，部长？我来回答一下了哈。确实 ，UH-1H 跟黑鹰它有它不同的功能。那机队的配置是要考量地区的需求跟整体的搭配。不是，它已经除役不用了。但是针对那个，如果真的有除役不用的部分，我们也会让它做最佳的处理。那如果原来在花莲，我们尽量以原来在地为原则来思考，好吗？好，谢谢部长。另外在这里，本席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泰鲁格哈，我们的杨处长，谢谢哦，因为。泰鲁阁国家公园原来都会塞车的，那这个我们杨处长跟这个地方政府还有我们地方的乡亲协调沟通以后，有做一个我们的这个停车场，所以有办法让这个上山的这个乡亲和旅客是不塞车的。但是要拜托部里面多多支持，因为本席提过非常多次，国家公园怎能不收费呢？对于乡亲是可以优惠的，但是对于观光客您是可以收门票的嘛，因为您必须要维护国家公园的安全。本席一直强调门票的收入可以来做我们边坡的维养，还有我们绿能电车的这个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我们请部里面无论是法怎么修，就国台湾有这么多的国家公园，是不是可以倾向收费来做，这样也对于中央的预算也不会排挤到，好，好不好？好，在这里请部长支持，可以吗？我们方向上是这样，但是还是要许多个别国家还是要跟地方政府做一些协调。地方政府没有问题啊，能收钱有什么不好？能保障我们国人以及游客的安全有什么不好呢？好，谢谢。那另外就是，局委员，好的，真的已经、那個、好。另外，我们这个警政署的部分啊，在这里哦，真的要拜托我们部长多重视一下。我们现在宝可梦盛行啊，在夜间造成的民怨。好，还有我们交通的问题、治安的问题，在这里部长真的研拟出一个方式，好吗？好，对我们来努力啊，也请联邦把握人的力不足啊，夜间还要去巡逻，还要去这个有关于宝可梦的热门点，还要去看，
执勤太辛苦了。所以在这里，请部长还有我们署长能研拟一个方式，让照顾到基层的警员。我们会重视这个。好，谢谢部长，谢谢主席。好，我们接下来请陈超明陈招委质询。主席、各位委员，还有我们列席官员，大家好。首先有请叶部长。好，请叶部长。陈委员好。叶部长好。你晓得我是哪里人吗？我知道你是苗栗选区的啦，但是没有详细问您是哪里。好，我为什么要问这句话？本来这个问题在我内心一直折磨着，要不要问？那刚刚黄委员有问出来了，关于苗栗竹篮，我叫竹篮人。竹篮哈，大埔的张耀景。你总统下令是要原地重建，那我问你，他的道理原因在哪里？你跟我讲。实在我很不想讲，大埔地区是我最主要的票源区。我小时候在那边长大，隔壁的科学区都是在我手里创立起来的。那你跟我讲道理在哪里？我想委员跟大部分的国人都了解，在当时在当时的状况怎样？当时发生的为了选举，为了民粹，会把国家搞得很混乱。我只这样语重心长跟你们讲，你们这个完全是破坏体制。来，哪一条你可以去原地重建？跟我讲，我再跟你讲一个原因哦。那旁边四五十户拆的房子的话，都是傻瓜。只有抗争会吵有糖吃吗？还有他的土地剩下几平能不能建？我跟您讲，您按你做嘞，用政治诉讼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买个公家姐。如果不给你重建的时候不补助苗栗县，我苗栗县跟苦西区现在财政又很困难。我说你们好好思考一下。不会啦，不是这样思考的啦。对苗栗县，不是啦，充分的支持。我跟你讲，你好好去思考。人家是你们行政官员在讲的是依法行政，像民进党执政的话，变成用政治手段在解决问题。好好思考。你讲也不是，不讲也不是。即使你要去拜访，就要先来拜访我。你按你的讲，如果再发出来的话，你们很头大，因为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我一清二楚。委员，谢谢了哈。您这个其实是一直很支持我们很多，不是支持了。但是我就是要跟您说明一下，你要好好处理这个问题。过去带动的话非常多，过去是因为程序做得不好，确实是。我们现在如果要原地重建，我们是会。我们也会更尊重按照法定程序来，跟委员所谓的程序不好，没有一个程序啊。你现在所有民进党要盖有哪几个有程序？我是不是跟你公开去拍贴啊？你国民党在做就是没有程序，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就叫有程序，违法乱纪比谁还多啊！警告你们一下，我们会谨记在心的哦。第二个问题，是在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例一休的问题。那我问你，太阳花的运动可以叫做自由，叫做政治的题目来抗争？我为什么会突然提到不在我这个里面？现在劳工在抗争，我一直跟你劝告你说要注意到极乐游行保障法，你们要好好修，你晓得吗？很快要给他通过，你又不敢拿出来。如果照那个极乐游行保障法的话，外面的劳工可以自由进出立法院。你哪不知道严重性，还自以为洋洋得意。我听你是有驾驶的人，你要讲实话，官可以做可以不做。在这一条界限里面，以前警察打人，现在警察要来保护他，警察不能挡他哦。依照你们要修改的极乐游行保障法，您公公西西都不在，还以为自己英雄，还以为自以为胜利，不敢会被你们执政搞倒哦！我先跟你讲哦，跟委员说明。那有种你把极乐游行法送到立法院协商，马上通过。
你们所遭遇的困难有多少？我是太有良心了，我是太忠厚的人，不然你死死也不是我，是你品德我哪要紧？是你执政党的民进党嘛？马委员，你足侪时间拢甲我吼做这个提醒，我感觉足感谢啦吼。啊，但是我安尼代志，啊，招委我也招委了吼，我们两个会配合的很好。你们人很多，我人比较少了。你看你排的话，你们的时间都排在后面了，我们排在前面了。这里面就意味着什么？多给我们国民党发言一下。其实今天的抗争，要是给我指导，我激动的要打到流血，我才有成绩啦。我是来跟你公开解底啊，哈，我是点你一下。所以感谢委员呐、啊，感谢委员，感谢委员的用心。还有一点呐、啊，这个没有草稿了。太平岛，你去看是岛还是桥？桥，桥，我国语不怎么标准呐、啊。你不要笑着，这个你要确实回答。你又不敢回答，那是跑到哪里去？我现在你当内政部长了、啊，你当内政部长的领土啊，我们绝对是努力的。我实在听到你们都讲的冠冕堂皇话，但是听起来我都觉得很伤心。我们外表讲得很好，我们当然认为南国总理到了做事情无胆无为，现在南海仲裁出来了。中国大陆跟菲律宾要直接谈判了、哦，但是台湾的地位摆在哪里呀、啊？菲律宾只要承认一中啊，他诈欺犯不送来台湾，直接送回中国大陆，他不鸟你台湾啊，你这个内政部长也要发声啊，跟总统讲啊，啊，台湾的地位在哪里？啊，明明你去看的是岛啊，他叫你们又不发表声明。我们部长当时拿着内政部长，你老不要就已经在岛上，公委不然公已经在岛上了，也是我们看到我们刚才菲律宾还士气蛮好的、啊。你不是哪里边还没老，你自我安慰，自我感觉良好，去找美国的阿公，找日本的老爸替我们讲话，不然你民进党很快会倒。我先告诉你们。这一点要好好处理，民怨已经很深了，不要每天在讲我怎么样，好像都怎么样，我很行。哎，师长，你地震的啦，我了解了，好。那个你要变的话，问题会更复杂了。好了好了，点到为止，给你们晓得了。原地重建，你不晓得，如果再这样，整个依法行政都乱掉了，公务员没有人要做的啦，等着上面下命令啦。好不好？注意这样，我是很善意的提醒啊。还有跟苗栗县政府合作啦，我们会按照程序，啊、然后一定会做好。假装没有就 好。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感触很深，民粹完全在操作，为了选票，我很诚恳的跟你讲出来。当初我稍微讲几句话，被修理了很惨，还好我不怕。我讲实话，我自己晓得我做过的事情，因为我以前的抗争。因为以前的反对哦，结果做得很成功。现在没有人要抗争，跟我放在一起，我很会骂人的。还有一点，我一直要警告你一件事情，也要提醒你一件：社会制裁是民进党喊出来的，没有人敢反对，帮助弱势团体。但是在实行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所有我得到资料，官大学问大。多听底下以前失败的原因，但是没有你们执意要做，做出来的时候，你越做的都市越多，六都越多，其他的乡县市会就会越来人口越少。你国土计划里面，你要拉近城乡差距，你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一直想一个问题：你六都的土地那么贵，把它卖一卖。好、哦、像我一样天天搭高铁，在台北住一坪，那边可以住十五坪，天空气又好，人到那边一住抗争又比较少。你会不这不要这样想法，你只有用都市里面，哦，我盖设备住宅，乡下的人一直跑到都市里面，你们想到这个问题将来会严重啊，部长，解决一个问题会再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所谓设备住宅里面，我们会支持。但是你要很慎重，这个财源对国家非常的重要，我希望你特别注意。还有一点，我感谢委员也支持我们社会住宅啊，但是委员所提醒的很多区域均衡的问题，确实我们也要很一直注意。对，
啊，你要怎样国土规划法里面，然后刚刚讲的区域均衡的部分，我们搭配现在社会住宅这个住宅政策，啊、但是也有社会住宅国土计划、国土计划的部分，乡村的区域我们会从那方面来，我们那方面平衡区域的发展。但我表弟，你搞我卖土地来拨走到苗栗高铁通车啊、嗯，我的人口马上增加，因为你们在台北像鸟笼一样。啊，一坪我那边是15坪，你别哦，要人太会。你台北都市的人要有夜店，要有百货公司，要有捷运，什么好的都在你那边。我跟你讲真的话，城乡差距不亚于社会住宅。那为了选票，你们的支票就尽量一直开，开出来你们去做，搞不好会真的伤了国家的元气。我们对很多县市哈，我们还是维持住宅补贴那个政策来搭配社会住宅，所以我们不会忽视，我们不会忽视任何一个县市。冠冕堂皇，多想想啊，务实的想一想啊，口号喊出来就去做。还有一点，这个地震情，其实我发觉防灾型的都更啊，你们要大胆的去做，不要像以前文林院你们那。在幕后煽动去抗争，一个人影响70-80人，台湾已经不正常的社会。有抗争，报纸一窝蜂，等一下又忘掉了。抗争的幕后，你晓得，我相信你一清二楚。啊，你现在讲主流民意，难道要100%吗？你也不够才50出头，你就讲主流民意，那为什么都更一定要100%的同意？哎，规个台湾弄好这样的民粹、民进团体崇拜，为了选票，什么都这样答应。我们会平衡这些。所以黄家雄的都公要赶快做 啊！你唔当讲地党人死了无人负责任。其实黄家雄的都公比社会住宅还重要啊！你可以在里面增加了多少民间的力量来发动？我不晓得施政啊，哈。怎么样？因为很多问题，部长讲的还没有讲到你的预算呐、啊，嗯，还没有讲到你的解冻案呐、啊，对，我很多问题，这个都不在我稿子里面了、嗯。我是听完了，我真的有时候心恨从心中起，厌恶啦，不是粪便的粪啦，有时候话不标准，对不对？你要平衡，像今天这个会议完全上面的会议啊，问题会产生。我们内政以前是最热门的，天天要开到很晚，啊，赵委员，我们不要开得那么晚，还是你们要那么晚都可以啦，好不好？我们只要能真的要去解决问题，啊，沟通也不沟通，像那个有什么沟通？国民党以前支持一例一修，被你们修理得很惨，现在你们执政，你们叫主流民意换国民党支持二例，那个什么？啊，一例一修，啊啊，对了，现在换你们改过来说要做一例一修了，你们主张二例，我们在台湾已经思想价值混淆了啦。我跟你讲，其实我谈的问题，你将来会发觉到。啊，为什么现在突然抗争的团体都减少了？头脑想一想就晓得嘛，把那些人集结起来。还有一个农地农事，给我再讲一分钟。赵伟啊，以后你的我让一下哈、啊。你晓得嘛？农地农事兴建办法，我当初在反对的过程，那民粹、农业的团体非常坚强。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老农民不会打电脑，发的声音发不出来。结果那没有种田的学生，天天到总统府行政院去发网路，他们有没有种过田？有没有晓得苦？所以这个我一定要改，这个也是农地的转型正义的一种，也是缩短城乡差距的一种。唔通讲跨多钱？你们几乎所有念政的报告都是为了都市的问题，哪里有想到还台湾省还有16个县市在啊？你们都以六都为基准，非常悲哀。区域均衡发展，联络起来还六都啊！我跟你讲，好不好？以后预算偏裂，不要这么偏裂。会找了很多地方冻结，谢谢你们。好，谢谢呀，委员给我们继续支持了哈，谢谢委员，谢谢，还有多多指教，谢谢。好了好了，谢谢陈昭伟。
好，谢谢。我们现在请林立常委员质询。主席有请部长。那我们请叶部长。立委员好。部长，记得上次在执行的时候，您在业务报告的时候，我有针对国籍法修正案，当时提醒过部长说要加强跟新住民团体去做沟通嘛，凝聚一些共识，让修法过程中更顺利。那新住民相关的法令修正案现在已经在所谓协商嘛，那除了国籍法以外，两岸关系法以外。两岸关系条例以外，那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入出国及移民法修正的状况嘛？那立场也注意到说，这个状况有很多民间团体都非常的重视。在上一届的时候，民间团体也有发表或意见，那在立法院卡关卡了很久，那到最后未能完成修法了哈。那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马政府有在重新在重提嘛？那有针对某些法条去做修正，那不知道说蔡政府驳回马政府之前遗留下来的一些官方的版本，那移民法也是其中一个被驳回的，那什么时候部长我要问说什么时候再提？那何时要？那个是移民法是机制性的配合行政院整体撤回，那不是驳回，是撤回。好，撤回没？撤回现在已经在行政院在审查了。所以现在已经在行政院在审查了。对。那已经在行政院审查了，我要问一下部长，说有跟民间团体做足够的沟通吗？这部叫做移民法嘛，那针对很多新住民都很多团体都非常非常的重视嘛。那有跟民间团体我想那些修法的方向其实在很多场合有没有跟民间团体沟通很多讨论哈。有吗部长？有沟通有讨论，民间团体您有跟他沟通跟讨论？连我是新住民代表我都不知道您已经送了，您说您有跟民间团体沟通跟讨论？委员的所有委员的版本都纳进来。我想跟委员说明一下了哈，许多在这方面修改的过程当中，委员们也在这个漫长的程序，漫长的程序里面，跟移民署问，移民署的回答很消极，好像有啊好，无啊好，关你无关我的代志啊，加一项代志，不如减一项代志，啊，较无代志，袂使安尼嘞，部长。我想还是跟委员说明一下，两个方面强化了哦，一个方面当然是多了解各种意见，那有跟民间团体沟通共识了吗？我想。把许多民间团体跟委员反映的一些具体的意见，我跟您分享一下，都已经涵纳进去了。当时的所谓国籍法，是那个户政司司长也在这边。我们当时是多么的努力，立禅当那个我们公部门的桥梁，跟民间团体的桥梁，跟那个专家学者的桥梁，我们办了多少？不管是协调会也好，沟通也好，那为什么？在入出国及移民法是没办法像国籍法这么的，然后移民法在里面的规定是非常严的，移民法是一种拘留的一些条例嘛，那为什么不沟通？然后连我们办公室也不知道，我们收到的消息是很消极的。我调你按凳子里该说些什么？我来说明一下了哈。国际法，我想委员非常清楚，我们是怎么样共同努力、共同合作，然后希望对，我觉得希望能够通过。那现在就是最后一里路，那我们请委员也多多一起来努力。因为民间团体跟我们反映。那至于移民法的部分呢？刚才委员提到程序上的这一些强化的部分，不用跟原来移民法就已经在院，那只是配合行政院，它是机制性的撤回，也就是说它是通案。哦，它是通完撤回，然后再重送。对，然后里面我们还对于委员们一些我们在过程当中一些意见，我们也都有纳入。但我知道，所以这个跟一般我们没有看到民间的影子，这个跟一般我们从头提一个案子，那怎么样？那个是不太一样的。可是如果有心想要让这个案过的话，应该要有共识。我再次强调了哈，这个草案应该要有公听会、座谈会，凝聚民间的。声音，尤其是我们办公室都要第一时间知道，您可以承诺吗？这个如果未来移民法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做整体
完整的修改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而且也应该这样做。我不要知道说这个机会到时候变成黑箱就好了。我认为说，民进党如果真的要善待新住民，不会啦。我想林委员，你知道我们处理的方式。善待新住民的话，请要好好的，不管是移民法、国籍法、两岸关系条例，都要好好的做，而不是在民进党党部办的很多新南向政策跟新住民有相关的，而只在制度面、法制面都没有着手。都在下面办啊，你的那些货跑来看呢？啊，对，就外配跟陆配这部分，我们这个部分先走，然后以后连带。我觉得说最急迫的是制度面、法制面先去做啊，不要那边您党部要办什么，我们没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做没关系。可是法制面、制度面都没有做啊，那些下面叫做优先顺序啊，到底是爱我这些新住民过来跟你讲吗？我觉得说。520之后 新政府上任之后，很多不管社运团体、民间团体，本来支持民进党的团体都慢慢的在批判了，因为我知道那些团体本来是支持的，现在也大家开始那个声音开始出来了。我觉得说我们不能再打假球，也不能再乱糊弄我们新住民，因为我是新住民代表，我会监督的。好，那个署长可以回去。那请我想您知道，你刚刚包括移民，包括很多团体的意见，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都已经纳入了。我希望这步要好好的。那警政署署长，那署长我要跟您聊一下了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警察同仁，警察在五月底为止了哈，我们警察的缺额是多少？9000多人。九千多人嘛，到8月31号为止。那你知道为什么会一直缺警察？为什么会一直都不足？我们的保姆一直不足，我们已经少子化了，缺警察 的那个人数一直不足，为什么？跟这跟退伍制度有点关系。去年3000多人退休是最高峰，那么今年105人会降到2000左右。那有退没有进的原因是什么？每年会像今年的10月份到1月份会进3770人，因为警察已经明年开始有4000多人。对，警察照顾的量已经很多了。依照您的统计，就是一个警察要照顾600位民众嘛，所以您觉得他们的工作量，怕领金怕表就逮劫人吼，会抄袭。那有些长官可能会在警察又改 A 一个啊，不要紧啦，大家轮班排班继续做，做好事，做好，不管是破病事啊，还是安尼在遐住院，拢不要紧。我觉得说您要去重视，为什么把根源找出来？第二个根源找出来之后，如何去设一个照顾警察？因为我们知道警察的伤残是有一些抚恤金可以照顾嘛。对。那如果过劳死亡的话，有吗？跟委员报告，我们最近在部长支持之下，我们内政部也核定了一个叫做警察因公伤残医疗跟照护基金，是募集民医疗跟照顾。那如果不是他不是在医疗，就是他过世了怎么办？他有照护基金啊，有照护基金要照顾他的家属嘛？对，照顾他家属。那为什么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民间团体跟警察的一些团体？还有一些陈情案一直在做，为什么？对，因为我相信报告一下最近的，我们去普查所有需，除了公家抚恤之外，没有办法照顾到的，现在有280几位。那80几位先前的，我们已经花出一部分了，那就做一个普查，280多。多久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警察大人、我们的保姆照顾好？那280几位专包，那叫够点。当时一个月之内会花给他们，一个月之内哈，确定了哈。持续的花给他们。好，那还有第二部分，我记得署长您之前呐哈，在去勘察某些县市的时候，桃园吧，然后呢有针对警察，因为去做一些查还是追一些嫌犯，然后呢。有开枪争议的时候被判刑，您在那边有做一些所谓的倡议型的，就希望说成立一些鉴定委员会。那立产在520之前也有针对这块去提案，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520之后警政署给我的回文是不需要。这不知道什么情况，为什么520之前用枪争议有需要委员会来鉴定，520之后用枪争议就没有了，为什么？都是一样的，是一贯的，因为用枪要不要鉴定？鉴定委员会需要，事实上需要鉴定的不多，而且鉴定也不一定具有法律的效果，那个法官自己来判断。署长，第一个就是
用枪鉴定不是所谓的，当然警政署我们的那个鉴定委员会不能代表法官，可是他可以提供正确的意见给判决的法官，因为法官不是警察，他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该用枪，什么时候用枪叫做适当时机。就算您有一个比例训练，可是很多人情绪上的使用用枪的方式不一样，那万一遇到争议，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开枪就要鉴定委员会，遇到争议伤有伤害了，然后呢，万一要走到法院的时候，有一个鉴定委员会可以来协助我们的警察保姆。我现在要为警察发声， okay， 我也知道您是在警察基础警察同仁的印象都很好，我希望我们一起来为警察做事，好不好？好，谢谢。因为警察一直都要为我们做事，那我们用枪使用条例要不要成立委员会？这个警戒使用条例在民国九十一年修订，到这现在十几年了。对，那个警戒鉴定委员会是不是需要纳入？我们会一并委托研究来做考虑，很多面向要处理。第一个，他是不是我们现在要需要鉴定的不多，而且我们最近八月四号也就警察人员使用枪械规范做了一个合理的、合法的一个规范。这个规范里面规范的内容，可是我觉得包括有一个调查处理小组。由警察局的力量来做鉴识，做相关的鉴定跟收证，来提供一个完整的资讯给法官，这样而且很多的保障，包括因公受讼的时候，请最好律师用花钱来帮他们打官司，让我们同仁有一个无后顾之忧。可是这个不代表整个鉴定委员会，为什么叫委员会？他有各方的专家学者进去帮警察背书，不是？我也帮警政署去做一些那个解套。您的责任就不用那么大，很多责任是在鉴定委员会去做提供，那让警察很安心。因为如果跟以前一样，那为什么要提这个？第二个，您说这个量不多，就是不多才要照顾啊。如果多的话啊，警察鉴定委员会啊，不是常常在开啊，有争议的时候再开。既然量不多，为什么不来做？署长，我希望您承诺我要去严拟这个鉴定委员会爱走，不是讲做白行诶，这爱走，因为五二零之前我们都有共识，现在已经委托在做研究，我们一并就警戒使用条例一并考量，谢谢。对，谢谢。我们来研议一下了哈，谢谢委员。爱走啦，不是研议，研议是要安那走，不是研议要走不要走啦，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委员，有请部长。请部长，谢谢。郑委员好。部长好。这个土地法十四条哈，这个我在过去土地法十四条，部长啊，好几位部长都谈了哈。土地法第十四条，这个法律是已经很老很老的法律哈。这个特别明定不得私有。但我们原住民在台湾呢，这个尤其是阿美族、卑南族、噶玛兰族、沙奇莱亚族，很多族群，包括排湾族也都有。靠山的，当然就在山上；靠海，当然就靠海；靠河，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的土地啊，都很多靠海、靠河。所以这个第一款呢、海岸一定限度内。不得私有。第三款，可通用之水道，当然我们不会在水道里面，但是它的沿岸的，河的沿岸一定限度不得私有。这个土地法第十四条这几个款的一定限度的一个范围到底要多大的范围？它是涉及到人民权利义务非常重大，这个没有错吧？所以它不能私有，大家会认为说早就是私有了，但是我们原住民很特殊，为什么会一直有所谓的彰化边原住民保留地？就是因为我们的土地我们都没有去登记，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的土地啊，我们没有什么登记的制度，所以都变成国有的为多了，大部分是国有。所以我们现在要征编保留地，政府美其名征编保留地，但是都不能征编，因为被划为一定限度内，而这个一定限度是涉及到人民权利义务，但是现在都是用以内政部的
划设原则作为一个范围来确定它的范围。当然我们内政部啊，这个地政司也很辛苦，也协调了啊花莲县政府啊，这个当初也是以岩寮部落作为一个重点啊，岩寮部落他也公告了没有错，但是这个公告事实上是不够完整，有很多土地确实是划出了可以私有可以申请增划编为原住民保留地，但是仍然有很多没有划出，而不是只有岩寮哦，花莲和丰滨乡、台东的东河乡、成功镇、长滨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回归到法律的层面啊，这个部长你是教授出身的哈，我们回归到法律的层面，原基法第二十条第一项，我们看这个条文，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利，政府承认原住民族的土地的权利，所以我们现在谈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本来依这个有这样的法的话，就应该要修了啊，因为原基法三十四条第一项，原基法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三年内要修，要配合这个原基法，因为原基法二十条第一项规定，政府承认原住民族的土地权，既然承认还不给我们这个权利，这个是有违原基法，所以应该要配合修原基法。部长你那时候还在吧？哦，当时当部长嘛，哦，还是当政务委员嘛，对不对？原基法九十四年公布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因为十几年都没有修，所以我们原住民的立委在上一届又增加了第二项，第二项，下一章，原基法第三十条第二项，这是我们去年三读通过，立法院三读通过，总统公布施行，这个怎么样？你还没有修的话，因为十几年都没有修啊，所以可以透过解释，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机关，也就是原民会，以土地法的话，那就是实施，要以内政部会商，然后解释来适用，可以透过解释来适用。中华民国的法律给了内政部一个方便之门，这个已经一年多了，一年两个多月了，啊，部长来了也有三四个月了，所以这个部分要赶快做解释。部长可不可以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对，我们怎么样连结了哈？我当然了解到原基法它有它的一定的理想跟一定的机制哈。那对于从原基法本身怎么样去做原住民土地的这些划设，那也要来进行了。那相关的衔接确实是看到第一项到第十项哦，可以看到非常多元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在背后，那当然中间也有县市政府在背后，所以内政部在这方面哈，如果能够怎么样能够体会到原基法的这些立法的方向跟精神哈，然后在解释这些的时候，当然是一定要纳入哈，确实也是可以纳入考虑。不过它的处理面向上还是要相当程度要跟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啊，县市政府这边就具体的个别的，还是要做啊，很是要做很细节的啊，细节的处理才有可能，并不是一个通盘大方向的整个的。岩寮的部落为什么内政部、地政司在过去会很积极的去协助花莲县政府？最主要我之前都提供了很好的照片，是什么照片呢？有更多的民宿哦，本来是国有土地哦，很多的民宿在八十七年县政府公告之前，国产署都卖了，卖给民宿私人，都不是原住民了，更靠近海岸了，更靠近海岸都可以成为私有，我们原住民看了愤愤不平，好，所以这个部分赶快做解释。好，这个部分，这个就请那个部长哈，这个能够积极哈来要求我们内政地政司哈。另外就是海岸管理法，海岸管理法在上一届公布施行，这里面为了原住民族的部分呢，我们特别在海岸管理法第七条特别明定原住民族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准则或者这个划设的一个原则。
原民会也必须要积极参与，但是现在内政部必须要加强跟原民会的参与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正在这个部里面呢、啊，营建署啊，正在针对海岸管理计划啊，整体的海岸管理计划，整体海岸管理计划，对。但是这个公听会啊，太怎么样？太小气了。为什么？从花莲到台东多长的海岸线呢、啊？只有开一次公听会，在哪里开呢？在台东开，在台东开，花莲没有开。这么长的海岸线，所以这个声音你是没有办法听到真正的声音，啊，所以这个部分既然要做，好好的做，你不要受到那个期限，到明年几月以前，我们原基法94年到现在12年了、啊，相关法律都没有配合修正了、啊，啊，不要为了这个要好、啊、一个什么几月几号，明年几月几号，啊，不要为了这个，这是海洋管理法，第三个最后。啊，一分钟。殡葬管理条例的主管机关是内政部。我过去在省府社会处啊，这都是说省的殡葬管理机关了、啊，省就社会处，所有的预算都是中央内政部跟省府社会处编列，然后给地方政府、给县市政府。殡葬管理的相关的经费啊。这些设置的或是这些管理的经费，尤其设置的经费，都是中央内政部在编的、啊，但是这个计划停了，今年度没有了。到今年对、哦，所以这个是不对的，要请部长要去争取，尤其是针对偏远的，像花莲、屏东、哦、台东、哦、偏远的这些县，都根本没有这个裁员、哦、所以这个部分要、哦、积极。不要说这个，我听了看那个内政部啊，应该是民政司嘛，竟然要原民会要去负责原住民地区的，这是完全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去跟国发会，应该是跟主计总处，应该是跟行政院去争取这个计划，而不是推给更是财政匮乏的原民会啊。原民会还不是中央吗？何况他又不是主管机关嘛。他不是殡葬管理条例的主管机关了，所以内政部要去承担，要去争取，好不好？谢谢委员，我们再来了解哈、哦，谢谢。不是了解，要去争取了，争取，争取什么？这是应该的。对，争取是应该。对呀、啊，来努力、哦，好不好？来努力一下，哦、不要那么含蓄，来努力一下哈、哦哦。好，谢谢，谢谢。我们谢谢郑天乃委员的咨询。我们待会到杨正武委员咨询完毕，休息10分钟。我们请李俊毅委员咨询。啊，主席，各位先进，麻烦请内政部叶部长。啊，请叶部长。营建署许署长。许署长。李委员好，部长辛苦了哈。今天我们讨论的范围其实还包括106年度的预算呢。好，那我今天只针对预算的部分跟部长做讨论。那我今天的主题都放在营建署了，好，都放在营建署。我想先请教部长哈，部长，我们现在营建的重点大概有哪些？有关营建署的重点大概有哪些？营建的重点包括国土的规划、海岸湿地，那包括社会国土海岸湿地啊，其实现在推的最厉害是各种基础建设，一个是社会住宅，社会住宅、就是、住宅基础建设各好，另外一个是都市更新嘛，啊，对，哦，都市更新，那都市更新法现在也正在研拟当中嘛，希望赶快能够把都市更新落实。所以如何利用都市更新跟社会住宅来解决一些这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做的，也是我们的目标嘛，没有错嘛。那我请教哈，在营建里面有所谓补助都市更新发展计划，这个是什么东西？内容是什么？那个要不要署长答一下？是这个跟李委员报告哈，因为都市更新毕竟还要从选地哈等等这样开始，所以我们是一开始是哈由地方政府来启动，那么大概会补助他先期规划。其实讲大方向，其实讲起来就是这个计划，整个计划是为了补助地方政府，帮地方政府的忙，让他可以做有效的都市更新嘛，对不对？
那里面的项目有哪些？这个大概第一个就是说，先期规划的话，那它可以是委托，譬如说顾问公司啊，把所有真正的哪一块地区的所有权属啦，或是真正的这个屋，这个屋，尤其是那个所有权人等等，这个哈、哦、弄清楚一点。那等等这些当然都会在。那财务可不可行呢、啊？我们看下面一个表，你就很清楚啊。问什么？来下一页。这里面其实这个计划分五大项目，哦，五大项目。那这个项目包括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如何帮他拟定这个都市更新计划，然后包括所谓的老旧房屋的整新，就是我们一般常说的老屋拉皮。是、哦、那第三个包括如何帮他找到有效的团队嘛？是、哦、那第四个包括如何做先期规划、都更计划，还有部分的工程费用嘛？是、哦、那第五个就是如何发展再利用。那其实整个起来就是要协助地方政府能够有效的做都市更新，没有错吧？是。那我想请教部长好了，部长，那觉得下来这个计划下来，现在问题最大的在哪里？就是地方政府的量能跟我们搭配的是不是能够？我想请部长看几个数字，看几个数字。104年度整个年度下来，这五项分支计划总平均的预算执行率是39.4%，到105年，现在到八月，算到八月为止。算到八月为止，五项里面只有22.9%了。换句话说，这个执行率老实讲都不高。那不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一个一个都有原因的。第一个是都市更新的，就是补助地方政府做都市更新的规划。我请教部长，为什么地方政府不要？有些牵涉到是不是能够得到多数的同意了哈。那推动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一些程序要求上啊，是不是？是不是？其实最大的问题来下一页，下一页其实最大的问题出在都市更新的产权的问题了。那都市更新法来在下一页，其实就是都市更新条例里面有很多这个1/3啦、1/2啦、3/5的限制，所以现在地方政府怎么样？我在地方政府服务过啊，他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啊，我的卖走的后啊，哦，所以这个那回到刚才那页，回到那个表，再来，好，所以现在造成这个现象就是说，其实你们有心要补助，但是地方政府没有心要承接嘛，是不是这样？那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我当然一方面是说增加这个诱因了、哦、然后制度面看能不能有一些突破。叫共是安尼啦，电政务有恁的补助通摕，就大家拢相抢嘛，结果唔是大家相摕啊。因为我不敢做都市更新嘛，我做了我增加麻烦嘛，因为还要都市更新条例，所以其实问题出在都市更新条例。那再看下一个所谓的老屋拉皮。所谓的老屋拉皮，其实大家想说，欸，中南，特别是中南部，中南部老屋拉皮的其实应该需求很大，那为什么没有人做？为什么没有人做？当然是所有权人是不是都能够同意了？第一个是所有权人呐、啊哦，第二个你们的办法里面有规定什么？你要补助之前涉及违章建筑的先行拆除了，哦。共给合理啊，从法规面来讲合理啊、哦、如果你有违规的，当然先拆除啊。啊，问题就是这个一下去以后，哎，大家拢卖啦。啊，我就讲给你听，我楼顶本来四楼，我加搭一个五楼，搭梯不要出出来。啊，你现在老屋拉皮，全部都要把我拆掉，我当然不要嘛。所以部长，我是要提醒嘛，我们这个计划本来是要补助地方有效的方式，要让它挣更大的都市更新做起来。可是我们发现长期以来都执行率偏低嘛，因为它就受限于都市更新条例，受限于我们老屋拉皮的这个补助办法，它就这里没有解套的话，我事实上有困难，所以我地方政府去做的意愿就低嘛。部长，你看第三个，遴选专业团队办理都更。这个在104年，哦，104年其实成绩还不错，至少还有53.7%。105年，今晚这边耍哈，105年到八月只有16.3%，这个是我最担心的。这个讲起来是，老实讲是最简单嘛，因为地方政府没有能耐嘛，没有能力嘛，量能不足嘛，所以希望中央介绍一个好的团队，告诉我都市更新怎么做。可是连这个比例都这么低，那这个计划怎么推动下去？啊，部长，这个要怎么办？这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研议来设都更的专责机构，
那用那样的方式能够让那个服务比较能够到位、哦、所以刚刚委员讲的一些，我觉得委员切中要点了哈，切中要点好多方向，我都觉得也是平常我一直很关心的事情。部长，这应该但是那个方向好像是确实是蛮切中要点的。对，我跟部长这样报告了哈，因为你是学术界了哈，啊你也比我资深，那学术方面还有你在政务官的经历都比我丰富了，但是我多你一样了，我在地方服务过了。嗯，好，我在地方服务过，问题就出在这里。对，问题就出在这里，我顶的根本唔敢讲，我唔敢走嘛。我走了这些人嘛，我何必、嗯嗯、所以地方政府对这个都相对保守，所以我希望我们营建署未来设计这样的补助计划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非常重要。来下一页，再下一页，再下一页。第二个部分是你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是社会住宅的中长期补助计划、嗯哦、社会住宅不中、社会住宅我们八年要200,000户，这个也是小英总统的主张、嗯、我们也积极在推、嗯、那现在也在审住宅法、嗯、来下一页，嗯，现在是修住宅。来下一页。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数字，我们的预算数从104年度到105年度到106年度是逐年下降，逐年下降。然后特别是补助地方政府新办社会住宅也是逐年下降，为什么？那当然是因为配合住宅法的修正，从财务的面向上有一些新的做法，那当然也是延续过去哈，那所以必须做一些衔接、啊哦、住宅法的规定，我们住宅法在修正是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案可以来做更多的社会住宅啊，可是社会住宅的新办，我们补助地方政府新办社会住宅的为什么会逐年下降，这个我不懂他的逻辑啊。我一方面希望社会住宅愈来愈多，但是一方面我的补助愈来愈少啊，到底是安怎？当然，现在今年是比较，如果住宅法能够通过了哦，那未来呢的整个财务的这个处理是有比较大的不一样，不是靠过去都是用编公务预算，然后来直接补助这样。那未来这个是未来透过、这个、结构的调整嘛？对，我未来希望不是用公务预算，而是用这个财务结构的方式来改变这个，然后其实公务预算不必负担那么多嘛？好、哦，这个才是真正的原因嘛？好、哦，所以我们社会住宅法，住宅法为什么要修正？其实的目的在这里。好、哦，目的在这里。那目的在这里，我现在就要拜托这个部长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包括新办社会住宅，包括未来国宅新改办社会住宅，这些其实、哦、地方都还有碰到很多的案例啦、哦、那各地的需求也不一样。哦、以嘉义市来说，我们中南部大概都这样，都大概没有新建国宅的需求，我们都希望的是租金补贴啦、哦、所以我希望部长在这个部分能够更灵活来调整这个部分，那否则的话我们每年预算编出来，包括我刚刚讲的啊，补助他们都市计划，然后包括这个补助他们社会住宅，结果地方都不敢接起来，因为地方没有这样的能量，所以这个问题才是我们在编列预算的时候真正应该要思考到应该要注意到的问题，这个是不是请部长特别注意这两点？这了解哦，考量到社会住宅的推动对台湾各地方的这个县市的状况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这个租金的补贴好、哦、也要多元并行，这个我想这个方向应该是合理的。我想其实、哦、我们陈昭明委员常常在这里公关整咖安诺安诺了，我们嘉义市也算整咖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如何因应各县市的不同，然后设计出来它可以帮助县市的做法，这才是我们真正要解决的，包括我们的都市更新，包括我们的社会住宅，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哦、跟部长共同来努力。谢谢，谢谢委员。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杨政文委员质询。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我们请内政部叶部长。好，请叶部长。营建署的许署长。许署长。哎，杨委员好。部长好。部长，我看你520之前要就职的时候把头发剪短了，现在好像留长了哈。应该比较没有时间去整理，所以对，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不是没有时间整理，这代表你已经就职4个多月了，所以随着你头发长度的留长，对业务的熟悉度应该也增加了吧？有没有这个信心？我们大家都是不断的努力，不断学习，所以有信心嘛，有信心嘛，那我相信你那么认真啦，这4个多月业务绝对是越来越熟悉了哈。
那我现在是要就教一下那一个许署长啊。两位啊，署长，我们在营建署的部分，在金门主要的业务是哪比较有相关的是哪几个部分？那个除了一般的县市政府哈、啊、相关的类似所有的在营建，比如包括住宅、都计啊，比较主要跟金门有关的。那最重要当然还是我们设了一个啊金门国家公园啊。应该是说哈、啊，最主要的两块啦、嗯，第一个是国家公园，是第二块金门是全区都计嘛，是。在离岛里面就只有金门是全区都计，没有错吧？没错。所以这个全区都计的确也给金门带来发展上或整体规划上很大的一个，你要说它帮助它又未必是帮助，你要说它是制约它又未必是不好。是。好，但是在审核的速度很慢，我们有几个都市计划都已经放了很久了，这个以后我们再谈啦。好，是。今天主要我是要谈国家公园的部分。是。那署长，请问您知道106年金门的国家公园有多少预算吗？基本大概应该是差不多接近应该两亿吧，啊、哦，我知道两亿两千五百十七万四千呐、啊嗯，嗯，好，详细数字你可能记不得、嗯，那你知道是增加还减少？跟去年应该差不多了，差不多有减少了，有减少了哈、嗯，大概但减少的不多了，减少的不多。那金门国家公园占地是3528公顷，占金门的面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弱一点了、啊嗯，那其中。属于百姓的私人土地占多少？占国家公园的多少？如果是这样，我们统计大概百分之将近，应该是三分之一强一点吧，这样子。所以你去想想看哈，金门这个岛有四分之一是国家公园、嗯，这四分之一里面有三分之一是私人土地。我要表达的是什么？第一个，它的样态跟其他的国家公园不一样，它是跟居民一起生活的一个国家公园，它是把居民涵盖在里面的一个国家公园，它是有大量涉及到居民土地返还的一个国家公园，没有错吧？没有错、嗯。好，没有错。所以国家公园在金门，它必须要付出比其他地方更用心去做好相关的关系，对，否则民怨会不断、嗯。我相信我讲这一个是很客观的哈，我也常常跟署长讲。国家公园有它的核心价值是保育没有错，但是在你的核心价值之外，你今天你到了金门，你如果不能跟当地的居民融成一体，考虑到当地的需求，考虑到居民的需求，你再强调你的核心价值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哦，你不被认同了，你在那边标榜你的核心价值有什么用？对不对？那署长，我必须肯定你，在你在金门当国家公园管理处长的时候，这一块做得不错，跟邻里的关系都很好。但是后来呢，似乎又走回回头路，一直标榜这些核心价值，一直都没有跟邻里处于一个一起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是要改进的。那我现在的重点是要告诉你，国家公园占了这样的一个比例面积，它的预算原额只有61个，预算只有2亿多，明年还要减少。这个其实哈、哦，对金门的老百姓来讲，普遍都存在一句话。生鸡卵无放鸡屎有啦！你管我这么大的土地，我要修个房子要你同意，然后什么都在你的范围之内，然后预算是在减少的，人员是在不足的，叫你做什么事你都说你没钱没人。那如果换作你是居民，你会认同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个趋势？我相信署里面很清楚金门国家公园在金门的困境啊。那为什么你们在编制上在预算上还一直减少呢？什么原因？基本上当然还是这个哈，当然我们也有这个行政院的核定嘛，哈，那当然我们其实都在向行政院这个提报哈，每四年的中程计划的时候，当然呢就尽量啊，就是考量金门的需要了。不过就是说，实际上当然哈，中央还是有一定的财政的啊这个限制的。我当然知道有限制啊，那如果在这个限制之下，那你就要考虑，你就要考虑来调整它的范围啊。我们很多乡亲是整天拿着标语举着口号喊着口号说要把国家公园赶出金门，本席倒是认为国家公园在金门有它的价值，但是你们不要，我常讲一句话，你们如果不把跟在地居民的关系搞好，你们会逼得连我们支持国家公园的人都不敢讲说我支持国家公园。为什么？我一讲就被居民骂啊，我一讲就被百姓骂啊，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体谅行政院它的编制，它的预算有一定的限制，这是你讲的嘛，有一定的考量嘛，那你们不能只顾自己啊，
那你们就要考虑来检讨缩小它的范围啊。你袂使讲啊，我有我的限制，啊，行政院无爱花遐侪钱，无爱花遐侪人，但是我就是要遐大地的土地，我就是要管遮侪的代志。部长，我你敢有合理？啊，杨委员点出了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公园啊，国家公园现在的状况，就是确实是需要再多获得支持了啊。我相信今天所讲的是一个实际的困境，你不能说一方面受于现实不能做哪些，一方面却又什么都不放，不能检讨，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啊。我希望我们营建署内政部这一块必须做一个调整，同时啊，这一次的风灾啊，其实很多乡亲都有怨言，我相信处长在那边呢。国家公园有限的人力，在这个风灾啊，其实已经很努力去做灾后的这一个重建了。但问题就像我刚才讲，卡丘都下救嘛，本堆百姓的家园都在你的范围内啊，他看不到你们的人在动嘛，不是你们不做啊，是你们没能力做啊。风灾过后一个礼拜，到处都还在反映说无法复原，你要我们怎么帮你讲啊？拍谁啦？伊都无人，拍谁啦？伊都无卡丘，百姓就一句骂过来了，啊，无卡丘叫伊走啊，给我关下贼。这种事情绝对会层出不穷，我们就讲预算。风灾过后，金管处提了多少需要中央支援的？9000万左右嘛。这个报署了没有？啊，署里面的态度嘞？这个会，这个全力的哈，几乎是 不大可能打折的来这个支援。好，有署长这一句话就放心了啦。至少在这一些所谓灾后重建的部分哈，希望能够全力的支援金管处这一边的预算，因为这是乡亲的需求。不要说平常没有钱没有人。结果连风灾过后都不支持，我觉得 这就不好了啊。另外就是有关那个土地的部分，离岛建设条例里面曾经有提到9-5可以购回，但是里面跟行政院之前有一个函释有冲突。那后来呢，在协调会之后，国家公园也发函，就是说，可以，国家公园也发函说可以不受这个行政院那个函释的限制，可以让百姓优先购回。这个我问一下署长，可能部长不是那么清楚哈，这个是通案还是个案？通案处理原则还是个案？当然，这个是通案啊。通案哈、啊，是、啊、好，这个通案啊。好，你在这边确认是通案就好。嗯。啊，另外啊，讲到风灾的部分哈、啊，我坦白讲，我谢谢一下部长了哈、啊。在风灾的中秋节那个台风比较严重，那个风灾的第一时间哈、啊，部长就有跟我联系啊，也有保持了这个灾变中心的一个关心。那消防署的署长也一直跟我保持联系，所以这一次中央支援的是蛮多的啦。好、啊，坦白讲，第一时间。不管是协调台电的机具人员各方面进驻，对金门帮助是蛮大。在这里，本席该肯定还是要表示感谢。但是有一点啊，我们的小英总统啊，创了这一个记录啊，13号台风进来啊，15号他不去勘灾，15号跑去这个灾变中心去，才跑到灾变中心去视察嘛。部长，这个是你们的建议，还是他府里面自己的安排啊？我想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跟说明一下了哦。真的应变中心呢、哦，还是要以我们应变中心建制，然后结合各部会的力量来对灾害哈、哦。我知道你会回答我，不是说一直在等总统来。我知道你会回答我。我想这个我们要。我知道你要回答我说，灾变中心有它的运作模式，然后各单位都在里面。那总统后来去干嘛？他表示关心，表示肯定。灾后更重要的是去灾区看呐、啊。如果像你所讲的，他有他运作的模式的，那他也有到在，他也有去看。我们看了一下13、14两天的行程啊，其实基本上，当然他有什么私人行程，我是不晓得，是不是在官邸里面养猫，我是不晓得啦。但是那两天的公开行程是非常的少。作为一个元首，有时候还要发挥安定民心、安定社会的功能，不是说如果像你讲的，那很多时候也不用你内政部长去，你干嘛还去？有多少场合是他们自己有机制在运作的，你干嘛还去？有些时候政府，我常讲。政府代表的是一个态度，代表的是一个安定民心。总统确实适时的对灾害防救哈，适时的关心，而且事实上他都一直在重视这件事情。我觉得哈，你们应该是从几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如果是幕僚作业，建议他说在灾后才去看这个视察这个灾变中心，这个幕僚作业要检讨。啊，总统几次其实都是在一点的时候都已经来了，独独就是这个最严重的这个莫兰蒂。他是过了两天才去嘛，独独就是这个莫兰蒂，没有关系。我现在不是要跟你，其实他隔天就去了，他隔天就去了没有关系的，部长。我现在不是要去跟你检讨、嗯，我现在是要希望你们去思考，总统的高度，他能够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同时统合部会资源，做出一些指示。所以下次希望你们发挥专业幕僚的角色，不要再让台风来临的时候，总统忽然找不到
哦，早一点去视察，早一点去协助，早一点去安定社会跟民心，好不好？委员他都一直很关心，而且适时的都有在都有在鼓励。这样是最好啊、哦！事实上，谢谢。好，好，谢谢委员。好，谢谢。那我们休息十分钟。那我们处理一下时间哈，我们今天质询的委员比较多，所以我们大概会进行到12:30左右。好，然后那个时候便当可能会到，那我们就先休息半小时用便当，然后之后就继续开始询答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先休息十分钟，谢谢。因为开会当中，我被团结是训练 A 那边，我做什么样的意见？十二。不能够骗哦。哈哈哈哈哈。我在，我在。不过我刚才讲那个是合理的，我刚才讲那个真的是。
就是把提名提名，那所以我们现在那一次在请协会，就他有资金的分布在这个那个方的情形，然后大概哪些还要再检查什么资料，那我们进行的这样。是不是现在资金宽松？对对，我们也没有，所以他因为利息很低，所以那个授权的办法一直没办法发挥，有点卡住这一点。对，他有啦，应该是差不多吧。那花园这个是不是比较比重比较高？对，因为那个学会是全国性的，还是县市的？它是各个地方的居民入住社的商场。各县的，我是说那个协会是入住社的，各地方都可以成立，地方都可以，都可以成立。所谓各地方是各地方中，就是它在各个县市都可以成立。OK， 那那个协会呢？协会它就是它的上层的这个组织这样。他们只是好像在台中的样子，那个法就是那个协会当时去立委提案的区域去制定的。那就是白痴的那种。